我们下午2点半啊，我们继续开会。接下来是林立产委员发言。好，请。主席，有请林部长。请林部长。委员晚安。好，部长好。那立产在这个星期一的时候，看到部长亲自开一个记者会，针对长照 2.0 的说明嘛，哈。那其实政党轮替以来，新政府的所谓大政委的人事安排，很多政策您应该才是负责人，可是呢，很多政策的主导跟预算也应该是由您来负责的。但立产看到，所谓的大政委就是都是政委来负责协调对外发号施令，也都是政委。那部长您应该会觉得闷闷的吧？干没？我因为代志拢跳对立。感谢政委给我们很多的这个指导哈。那部会协调也是政委。不过上个礼拜三，这个院长已经指示了，这个长照就回到。要我希望我来负责的，这本来的是要回到您这边啊。按照逻辑来讲，您是负责卫福部的相关的预算跟编列，还有规划计划的执行嘛？对。那按照我们的所谓政治的设计来讲，所谓政治的责任也是在卫福部这边，那不能跳过您。万一如果推动的不管是成功或是失败的时候，到底是被怪想政策责任，我们才找得到源头啊。那跳过您的时候，其实就找不到源头了。只是要跟您讲一下说，其实由您来负责，您的严谨度跟所谓的所谓的谨慎度，因为您要负责任才会严谨，才会谨慎啊。所以这个您真的不要让人民担心啊，您真的要负起这个责任起来了。好好的。好，那立产跟您讨论到，我们今天有看到部长亲自站上第一线了哈，我本人也觉得很开心。但我今天可能跟您讨论一下新住民的所谓长照，我们会觉得说，部长您觉得新住民老了以后，他们需要的照顾跟一般国人有什么不一样吗？因为他的平均余命是比较比一般的国民短一点，所以要给他特殊的照顾。新住民呢，不是原住民。哦，你有新住民啊，新住民。哦，对不起，对不起。莫跟丢，莫跟丢，嘿，差一滴，你还要不差足济？新住民，对，长照的部分的，长照的，啊，长照的部分当然跟国人跟一般的国人有什么不一样吗？有一样，一样，都一样，都一样。所以新住民跟国人的长照未来的没有任何的差别。没有，主要没有国籍都一样。对，但您觉得他的照顾需求的差别有差吗？跟国人的照顾需求，有人可以帮部长回答吗？照顾需求有跟国人一样吗？除了文化的敏感度以外，那应当是一样的。好，除了文化以外，新住民来自各国，就从语言、饮食、生活习惯，虽然新住民在台湾生活还是工作，但他们年轻的时候都付出在我们台湾的社会，等他年老的时候，立产常在社区里面走动，也做了很多社区老人家的陪伴。我们看到很多新住民的老者要进入社区，他可以跟社区的一般的老者可以融成一块吗？部长您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吗？当然比较稍微有点困难，会有落差吗？有点困难哈，因为立产在问部长第二个问题了哈，我们长照 2.0 里面的新住民的定位是什么？定位，里面有新住民，可是里面的新住民的定位到底是放在哪里？署长来回答。因为立产也看到，我们卫福部可能这几个月来从南到北走透透，收集的人民跟团体的声音了哈。您也有某些定位，可是我在里面看到新住民的定位里面是所谓的照顾人力嘛？照顾人力也是，但是被服务也是。那我们师傅要问一下部长说，我里面没有看到别的，可是我们知道新住民从1987年到现在也将近30年的移民婚姻开始产生，那立产也陆陆续续看到很多社区跟很多偏乡有很多的新住民的老者，那他们也需要所谓的长期照顾的特殊性的照顾啊。
那这个部分卫福部有没有打算要去做一些规划，不要未来遇到新住民的老者的时候还是需要照顾的时候，到底您的人力训练有足够吗？好，这个我们请署长跟委员报告。好，跟委员报告哈，基本上新住民如果他是我国的国人哈，对，那基本上他的长照的使用都是一样。我知道，可是照顾的，那现在就是说，因为考量到刚刚我们有讲，他可能文化生活习惯哈，对，会跟我们一般的国人哈是会有一些些的落差，对，所以我们现在是鼓励哈，在我们的照顾服务员里面，我们也鼓励新住民哈可以来接受这样的训练，然后成为照顾服务员，因为他这样就可以来服务我们的我们的新住民的这个需要接受长照服务的这个长者。对，那卫福部这边有去做统计，到底有全国的新住民有多少是失能者，然后有多少是老者？因为我只看到您有统计所谓的原住民跟身障者嘛，那我不知道说这一块，因为这块您必须要闻得到这个意味。其实新住民在台湾也是为台湾的社会付出他的青春。在台湾的家庭付出他的青春，可是他老的时候，其实很多新住民集在一起问我说，其实他们想要共老，可是他要怎么老？他老的时候可以融入台湾的所谓的社区化吗？进到台湾的社区化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所以这个部分我有两个诉求了哈。第一个，是否卫福部能快速的去统计一下我们全台湾的新住民的老者到底有多少？不晓得可不可以做统计，这个可能要看一下资讯系统有没有做这样的一个。那如果不可以，可不可以设计，可不可以去满足？因为我们这群新住民也是为台湾付出，可是他老了没有人要为他付出，他老了台湾只是在长照里面把新住民纳为人力，那人力只是一个工具的概念，而不是主体，非主体。新住民是台湾的一个主体，可是却在整个长照2.0里面，我看到的只是人力，只是工具。跟委员报告，我们来跟透过系统哈，看有没有办法去做一些跟移民署那边资讯去做一些。我没关系，您靠什么系统没关系，大概3个月可以给我这个数据吗？好，我们努力，我们努力。然后第二个，您刚刚讲的新住民可能加入长照，未来他或许年轻的新住民可以照顾老者嘛？没关系，这块我也希望说，我们卫福部这边尽快去做。第三个我要强调的是说，其实不只是新住民，还是二代就业的妇女，都是我们长照的人力。第三个部分就是我们的青年，其实这群都是我们长照的人力的缺口要补进来，因为青年所谓青银族年轻人跟长者加在一起，他会创造不一样的东西，不管是在所谓的之后的长照使用的一些工具，年轻人有很有创意，可是他缺乏的是照顾长者的经验。这一块在招募人力的时候，尽量也不要忘记我们年轻人。是，好，再拜托您。好，谢谢，谢谢，谢谢委员。谢谢林委员。接下来是高路移用委员。主席，谢谢。有请部长。请林部长。委员好。部长午安哦。台风刚过。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几个月来哦，这几次的台风其实重创我们的花东地区、东部地区，那也在的凸显就是我们花东地区的医疗资源匮乏的问题哦。今天本席就针对原住民地区医疗的问题，就教育部长。是。我自己的连友在昨天他在脸书上骂得非常的凶，主要的原因就是他部落的长者。好，他是安硕部落的，部落长者遇到的紧急的问题，他必须要紧急的医疗，但是呢，在病危的状况需要急救，然后送往医院，结果呢，救护车找不到位置，他们呢也延误了就是黄金的期间，急救的黄金期间，然后部落的老人家就离开了。像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说部落在地没有医疗资源，然后就医不方便的问题，其实我觉得
现在在谈还是陈腔滥调，可是呢，它也反映一件事情，就是到现在我们偏乡的医疗资源其实没有解决。那能不能卫福部在这里能够持续加强资源的挹注，尽快让我们的这个医疗能够在地化？希望就是说，过去政府所强调的病人不动医生动的这个观念，以及急重症紧急医疗网跟这个空转后送的机制能够更落实，就如我刚刚的案例所提到的，部落面临到的医疗困境，其实就我所知是完全没有解决到。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在部落的族人是完全不能生病，完全不能出意外吗？是，刚才请部长回答。好，刚才委员提的非常正确。那这个偏乡呢，第一个就健保的 IDS， 第二个是我们现在医学中心资源的计划，就是几个比较偏远地区离岛的这个医院呢，有医学中心跟他支援。第三个就是后送的这个部分，后送当然在离岛是有现在有要驻地的这个直升机飞机，对不起。那在我们东部呢，现在也。现在好像是台东跟南回这个地方也要开始有这个。我刚好讲的就是南回，请问一下部长知道安朔部落在哪里吗？对不起，我不太清楚。他刚刚好就是在屏东跟台东的交界，像这样的一个地区，请问一下这样的资源哈，医疗资源要怎么挹注？希望部长这边能够思考一下。再来就是我们一直在推动这个公共场所要设 AED， 哦，这也是连接到刚刚所提到的案例。那请问一下 ，AED 如果遇到心室震颤的这种状况 ，AED 要在几分钟之内能够到位？才能把一个人的生命救起来。我们的心脏这个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心脏本身，如果它是心律不整，很快就会死亡；第二个，它如果这个心脏跳得不好，会影响到脑部，所以脑部会缺血。这两个都是很大的问题。我只要问，这个黄金急救时间应该是在什么几分钟之内？跟委员报告，它是每延迟一分钟予以电击的话，那么它电击成功率就会下降7%。所以一般而言，在8分钟之后呢，会降到20%以下的存活率。好，我现在要讲的就是一样，也是来自这个部落的案例。现在我们在部落里面安装这个 AED 的，请问一下部长，知道有多少个吗？有清楚这样的一个数字跟数量吗？报告，我不太清楚这个数量多少。嘿，是市长不知道。跟委员报告，我们依据紧急医疗救护法第14条之一的规定呢，我们有公告8大类的场所是，我知道嘛，就是比如说人口密集的地方嘛。那对于就是偏乡地区，请问一下，你们是一个村设一个吗？还是一个部落设一个？村庄不在我们公告的范围必设的公共场所，那所有必设的呢，都需要上我们的一个资讯网去登录。目前登录的那意思就是说，像在偏乡地区完全没有这样的一个资源，甚至是它的资格不符。那请问一下，难道我们没有这样的需求吗？现在在不管 AED 在数量上、在密度上，在偏乡地区、原住民地区是非常少的。在这里，本席有两个建议，希望部长这边能够积极改进。第一个，建立偏乡地区紧急医疗的 SOP， 让这个救护车跟医疗人员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到达，好，要到达这个救护的病患那里。第二个，必须要检讨这个 AED 的这个设置的方式。刚刚说了，在偏乡一个部落其实已经幅员辽阔，可是呢，你们完全没有把部落这样的一个条件放在里头。那请问一下，在这种状况是族人是没有办法说哦，我绝对不能生病，因为我活在那个地方完全没有医疗资源。那请问一下，那我们的族人应该何去何从？而且呢，现在偏乡部落的分布状况也有不一样。那请问一下，在卫福部这边要怎么样去处理？因为有的人口多，有的人口少，有的是有的是那个高度都不一样。那这个7分钟、8分钟之内，请问要怎么样才能到达？再来就是，有关于原住民族健康法，这个是蔡总统的这个政见之一，而且呢，
在原住民族健康法里面是需要因地制宜跟在地化。请问一下，在2011年的时候，卫生署那时候已经研拟完成原住民族健康法的这个草案，为什么还躺在你们卫福部里面？跟委员先补充报告，有关于 AED 的设置，它的标准呢必须去根据人口的密度以及它的疾病发生的情形，就是会突然间发生这个心脏终止的这个发生率，它的设置才会有效益，所以它有一个国际的标准 在这边参考的，所以我们会去收集这些资料，然后再来研究一下是不是所有的部落都必要要求要设置。了解，意思就是说其实一箱对原本的这样的一个条件设计完全跟偏乡没有办法去接轨啦。那再来就是有关于这个原住民族健康法，部长为什么让他躺在这个卫福部里面五年了，花了这些的钱，政府花了研究经费，就让这个研究成果束之高阁？这个原住民健康法，我的了解应当是要设一个专章嘛，那这个部分再跟市长来回答一下。这个是之前啊有透过一个研究，然后针对原住民健康法做了一些研议，目前的进度是这样。好，有关于原住民族健康法，它其实所强调的就是这个结构性的暴力的问题，这个医疗资源不均等的问题，而且呢，原住民已经面临那个严重的健康跟社会不均等。那蔡总统他提出原住民族健康法的立法的政见，不晓得部长你这里支不支持？我知道，绝对支持，绝对支持。那能否立刻展开讨论，好，去邀集各界的代表去进行立法的讨论？好，绝对好。好，再来就是最近政府一直讨论的就是长照的裁员问题，考虑用遗赠税、烟捐或是烟税作为裁员，但是本席想请问一下部长，提高烟捐和长照的关联性在哪里？以及为什么要把长照顾长辈的责任加诸在吸烟者身上？这样会不会变相惩罚吸烟者的问题？这个关系不是那么直接，但是还是有一些关系的。就是长照，就是吸烟，如果因为它是十大死因之九，九个都跟吸烟有关系嘛，哈。如果他的死亡，这健康余命比较低，多少这也可以负担这个照顾的责任也会比较少了，比较，所以还是有相关的。我知道就是卫福部思考的这个关键在哪里，但是呢，烟捐跟烟税是希望以量制价，然后减少消费，但是卫福部已经推动这样的戒烟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然后降低这个吸烟人口。我这边的数字就是新法实施七年，吸烟率已经下降四分之一，减少76万的吸烟人口。那一方面政府鼓励戒烟，然后一方面又仰赖烟捐跟烟税，这样子来去实施这个长照，难道不会错乱吗？这个 WHO 的建议，这个烟价应当是这个烟税捐也好，两个是烟价的70%，我们目前大概只有53%了，所以这个应当还有调高的一些空间。当然是刚才委员讲，如果说以烟税跟烟捐作为弥补长照的主要裁员，但是以刚刚我提到的政策推行的这么成功，四分之一的人口就是戒烟了，那未来的税收一定会影响，这个不是一个非常稳定的裁员。请问部长，那我们应该怎么办？还有没有其他的财务规划？其他的财务规划当然都是有了，那这个都是要在院里面来讨论。嘿，我希望就是部长这边有具体的这个思考跟规划，毕竟长照的需求是1000亿。好，谢谢。好，谢谢委员。好，谢谢高露委员。好，我们接下来是郑天才委员。郑天才委员不在。好，接下来是杨耀杨委员。啊，谢谢主席。主席，我请一下林部长。啊，林部长，请。委员好，部长好。部长，我们说烟捐不断的提高，好，那我们先来检讨一下，看烟捐收入了以后你们的执行效果。好，统计起来到104年底哈，还没有执行完毕的累积的烟捐总额是多少钱？你知道吗？
这个104年，那个104年高达106亿呀、啊。这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很难用。那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个很难用，你还要提高？不，我们这个已经把它变成弹性化。那这个弹性了以后，就可以大家在一个几个主要的里面的互相可以流通。以前像偏乡跟医疗资源提升的这个部分呢，是不能通用的，所以一边是不够钱，一边钱就剩下了很多。那现在哪边不够钱？这个医疗资源提升医疗品质，还有偏乡，这两个是同一类，可是是分开不得流通来使用。现在我们新的办法呢，是想把它混在一起，就整个医疗资源就可以方便使用。部长，部长，我这边的资料哈、是烟捐补助给发展医疗发展基金，是专门用来提升离岛偏乡医疗的经费。到104年，还有多少没有执行？你知道吗？总数是有106亿没有执行哦。光是提升离岛偏乡的医疗的这个项目，就有高达37亿啊。37亿。好、部长，这个难怪这个委员会只要是卫福部来哈、我就发现所有离岛偏乡的委员都很想来执行了、你们手头抱着37亿，然后放任离岛偏乡的医疗一直在，不要说提升，一直在恶化当中、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啊。本席在这边大概透过几次质询，也都跟卫福部好言相劝啊。希望你们能够赶快，经费不足，可能还情有可原。你保留了37亿，然后让离岛偏乡要设备没设备，要医生没医生，要护士没护士，要病床没病床，好，这个说不过去。好，这个我们会来努力。部长，我是不知道你们打算怎么努力哈？这个、那这个尤其离岛的部分呢、因为是懒人就是延揽人才哈、是比较困难一点。我们现在到最后的这个人都是要当地的子弟空卫生自己来。澎湖现在哈、空卫生已经可以慢慢的进入这个次专科的训练，就是以后我们的澎湖的子弟会把这个澎湖的医疗要撑起来。这个是目前的规划是这样。这个是本席所确立的长期目标啦哈。好、就是说医疗在地化才能够根本解决医疗的问题，这个是没有错。可是这个需要时间啦。是。这个不是说我们现在在这边讲公费生或者是离岛保送生，他就可以马上返乡服务。所以本席在这边分两个部分跟部长做个探讨。第一个部分呢，就是怎么充足医事人力。我看卫福部事实上也有部分诚意，所以我们在几年前，大概当初部长在担任次长的时候，你也有参与到，就是我们的一中资源计划。好，这个资源计划利益很好，可是实施的结果有以下的缺失，跟部长讲一下。你们回去赶快看看怎么去做改善。第一个就是支援过来医学中心支援过来医师的时间太短，每一个医生过来支援个3-5个月，医病信赖关系还没有确立，他就调走了。好，这个是时间太短。第二个就是他因为时间短，所以问诊看医看病的态度非常非常的差，我不是说全部，就被投诉的事实上是以医中资源的人力为主体。这两个问题可能部长必须要带回去做个检讨。好，也就是说我们医中资源在做考核的时候，不是说他派出几个医生他就算达标，这样子是不对的。你必须要看他的人力进驻到离岛偏乡以后实际上所产生的效用，这样子才对。好，所以考核制度必须要出来，好不好？好，
我们带回去。第二个部分就是医疗设备的提升。既然有37亿，赶快把离岛偏乡所需要的医疗设备赶快补齐。好，这个我们来努力。这个是有原因的哈，因为其实，在你当地处理病情有问题的时候，最少在当地必须要在第一时间很正确的判断出他的症状，否则他有的时候连转诊都没有机会。好，这个可能要请部长跟医事司哈，跟医事司包括医管会，你们赶快去看看有什么比较先进的仪器可以做各类的检查。好，好，因为他医师人力已经不足了。假如说我们的检查的能力都没有，那这个很容易亡失。报告员，现在这个 CT 是64切 ，MRI 也有，不过我们会再去看哪些还是需要的，我们赶快来补齐。对，然后像核磁共振，好，核磁共振澎湖虽然有，可是呢，就牵扯到医师人力不足，所以他每天可以做的人数，也不够，经常要排到2个月，啊，两个月有的时候啊，赶快排天啊，保定，我其实无命能等呐，好，我觉得今天无命能等呐，所以这个种种的问题哈，希望部长还是要加把劲。好，我再重申一次，希望不要让我这个离岛来的委员，再一次对你们义发基金那37亿有意见，好，要不然我到时候就彻底杯葛你们燕娟的挑战。好，谢谢委员，我回去会努力。好，好，因为你有钱不用，包括整体的106亿都应该要用出来。我不是说鼓励你们乱用，可是事实上应该用，你们不用，然后放任医疗水准没有办法提升，这个本席绝对没有办法接受，好不好？好，部长，我们也讨论一下哈，我们也讨论一下受雇医生以后全面纳入劳基法的问题哈。现在台湾每万人平均大概有18个医师人力，那 OECD 的平均值是每万人医师有33人，可见台湾的医师人力事实上是在水准以下，这样子的论述对不对？这个跟 OECD 比，也要跟亚洲国家来比啦。亚洲的韩国应当21，日本是22啦，都比我们84都比我们高，对不对？好，所以不要说33比18啦，就算22差18，其实我们也比邻近的国家还低。那这样子的话，受雇医师纳入劳基法这个概念跟讲法，我想大家都是认同的。可是要纳入劳基法之前，有一些准备工作，卫福部还是要先做。好，因为现在就是说，医病比已经算低了。那以后纳入劳基法以后，这一些人力你们要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108年，也就是说在不到2年的时间，你们怎么充足这一些人力？是，这个人力最要紧的是在医院住院的这些人，照顾的人力。所以一个就是我们要做 hospital， 就是住院专责的医师哈，这个变成固定的专科。第二个呢，就是比较快的，就是专科护理师跟我们临床助理，临床助理可能下一个会期会送到院里来，再请各位委员跟我们支持，这个是比较快的，比较长当然是临床助理等等的措施，跟医生实际在照顾病患有没有落差？好，这个你们还是要，他是在医师，我就是先问哈，以后因为时间的关系，以后你们先回去做，你们必须要说服台湾的人民，说你们的制度提出来，一方面可以保障受雇医师的休息时间，另外一方面可以保障台湾人民的健康权益，这样子才可以，是，好不好？好，谢谢部长，谢谢主席，谢谢委员。
好，谢谢杨耀委员哈。我们接下来陈颖委员，陈颖委员要执行前，我介绍早上我们特别有请了圆明会这边社会福利处有王慧玲王处长，好，还有这个副处长罗文敏罗副处长，好。对啊，可能看她要来，她老公就不来了。好，请问你要找哪一位？请部长。好，请林部长。委员好。哎，部长好。延续刚刚前面有委员哈、问到这个 AED 的问题哈、我就把他这个刚才那个脸书上我念一下了哈、台东医疗真的很贫乏，量输人就算了，质也输人。我们住在特偏地区，真是一群不幸的人。昨晚部落里有一位长辈在家中突然病发命危，生死关头需要有人在黄金时间急救，再快速送至医院救治，结果居然是救护车姗姗来迟，来不及在黄金时间施救，而点点点就走了哈。那这个中间的状况是，先是救护车四处打转，找不到正确的位置，然后延误就医。再来还有这个 AED， 安硕村幅员辽阔，有两个主要部落和另外两个小聚落，彼此相距遥远，为何全村只有一台放置在安硕国小一处不明显的偏僻角落，又没有宣导，村民谁会知道呢？开启这个 AED 的钥匙呢，有备份给村中干部或安硕国小留守人员吗？还是根本就没有相关的规划？从事发地点乡公所到安硕国小距离2公里，飞过来拿 AED 再飞回去，来回4公里的路程，最快要花7分钟，来得及吗？找不到钥匙，保管人又要怎么开箱取用呢？是否也该设置一台 AED 在乡公所聚落，以备不时之需？部落失去了一位我们敬爱的长辈，人走了，我们再怎么生气都于事无补，只希望这件事能让政府机关用心检讨缺失，提升特偏区的医疗服务品质，照顾好留在部落的鳏寡孤独废疾者。人命关天，一个伟大的国家会尽力照顾好每一个国民，不分性别、年龄、身份、族群、地区，请政府加油。这就是我们好原住民立委共同关心的一个议题哈。那其实刚看了，就是说你们这个 AED 设置公共场所哈，8个就是有8个地方嘛，但是这八个地方没有一处是，就是说这偏乡部落是不在这个8个选项上面。那你们是认为说，因为偏乡部落是这个人数比较少就不需要，还是经费不足，还是你们这个因为我们人口数就是比较少，就被你们先取舍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跟委员报告，我们非常的认同委员提到的，一个伟大的国家需要照顾到所有的人民。但是因为这个八大场所的设计是强制性的，那么符合国际上要求的就是高密度、高风险跟高发生率这三个原则才会去强制要求。至于呢，刚刚委员特别提到说，在这些乡公所属于公立机关的机关构的部分，我们一定先来推动呢，都让它设置有 AED。我想是这样哈，你的国际啊，国际其实国际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有像我们一样好有原住民好有这个原住民偏乡的这样的一个部落的一个状况啦，所以哈你要学也要考量我们这个台湾的需要哈。那我还特别要提到，就是安硕国小的 AED， 它还是民间捐赠的，它不是政府的哦。所以你到底知不知道全台现在一共有多少台 AED， 然后多少台是政府机关去设置的，然后多少是民间捐赠的？那还有就是说，在你们这个你们那个公共场所必要紧急救护设备管理办法第四条规定哦，公共场所设置 AED 之后，应上传至中央卫生福利主管机关指定之资料库，登录资料送所在地的直辖市县市的卫生主管机关备查后哦，转该所在地的消防主管机关登录于救灾救护指挥中心，其异动时一同。那为什么卫福部都不知道？因为我们好像问不出个，所以啊，你们搞不清楚到底是你们有几台民间捐的几台哦。
跟委员报告，我们管的是我们公告的场所一定要设置的就要设置，我们不管他是自己买的或别人捐赠的，我们是要求设置机关要负这个责任，而不会去管他是自己买的或者是人家捐赠的。但是一旦列在这个八大场所一定要设置的，他就一定要设置，我们的地方主管机关卫生局都会去查核，所以都不会。所以现在不管有几台，你们都确实掌握这个数据吗？对对，确实吗？是的。那为什么问你们里面的人都答不出来？不是委员，如果问到说，是哪些地方是捐赠的，哪些是自己买的，我们是，我们事先，我们是，你应该确实要掌握。你如果知道了，你就会知道哪里有，然后那个钥匙保管在谁那边，不要到时候知道在哪里，但是又打不开。我想是这样哈，设置这个标准，你们要重新检讨，不要以台北看天下，每一条人命都是一样的重要哦。那另外，本席要要求就是卫福部要研拟部落形态的 AED 设置办法。好，这个我们再研拟。所以不应该就是以乡公所或行政区为设置点哦，应该以部落族人哈有需要的地方哈聚集处，然后做一个设置点。另外呢，本席也要在这边要求哦。卫福部你们的这个相关单位哦，要加强，要配合这个原民会啊，原民会特别这个在宣导的部分哦，要加强哦。好，那另外就是说，因为为什么要会同这个原民部，因为毕竟在沟通上好，你语言上好，会比较容易比较清楚。那另外就是说，本席也要要求说，当地的这个卫生所要定期到各个的这个部落实施来 AED 的演练。好，我们一起来检讨。好，那这个希望你们这个时间，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时间？两个月做得到吗？三个月，好，三个月哈，好，三个月可以。好，另外呢，我们本席要关心一下哦，就是台风刚离开哦，那台风来临前，就是说这个停班停课的公告宣布之后呢，其实。这个医疗机构服务的医师人员哈，就是大家很难，他们都要全天候的一个备战的状况哈，那没有任何的保障，特别是值班人员哦，还要顶着台风去上班的时候哦，那我们对这些医护人员也感到相当的敬佩跟不舍哦。那依据这个劳动部的天然灾害发生事业单位劳工出行管理及工资给付要点的第七点，劳工因前点所订定之情形无法出行工作，雇主宜不扣发薪资，但因应雇主之要求而出勤，雇主除当日工资照给之外，宜加给劳工工资，并提供交通工具、交通津贴跟以及其他的必要协助。好，那我要在这边请教一下，就是说部长，您认为就是说医护人员在台风天里不会风雨哦，那继续提供医疗服务，那依照这个要点的第七点规定哦，那所谓的当日工资、加班费、交通津贴，部长您认为应该要给付吗？我个人是认为应当要了，因为这个像这几次的台风都非常的大，造成很多的伤亡哈，所以那您认不认医护人员的安全还是很重要？那你认为这样的给付？是不是应该要比一般规定还要再提高？比一般的正常上班要高，这个是合理的。是，好，那在这边有一个建议哈，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就是说，卫福部其实跟劳动部哦，你们可以就是协商一下，可以用这个。先行垫付，再代位求偿，就以这个就业安定基金这个部分哦，去先行垫付，然后再代位求偿的方式来给付这个加班费以及其他刚所提到的这个费用。因为这个部分我们可能也要跟劳动部再另外来询问，但是本席要在这边要求，希望卫福部能够主动出击，你们会同劳动部来做这样的要求。好，不管这个，我们来了解一下哈，因为你的规定只是一个宜嘛，那如果你雇主不付的话，你有什么办法呢？所以本席今天在这边是要替所有的在台风天加班的医护人员
好，来争取他们应该有的保障跟权益。所以卫福部麻烦你们主动出击，邀集劳动部本席做这样的要求，不管今天这个医疗院所他们愿不愿意主动先来支付这个加班费还有其他的这个津贴费用等等，都请你们研议这个动用这个就业安定基金来先代位求偿，先行这个垫付，然后再来代位求偿，用这样的方式，你们可不可以试试看？好，我们来跟劳动部研究一下。好，那另外本席还要另外再要求一点，就是说医护人员于台风间出勤的工资给付状况，是不是也列入这个医疗院所的评鉴项目？评鉴项目今天就明年度的评鉴条文今天就要公告了，这个那我们还有后年的机会吧。这个我们再来，因为每年都会请这个委员。本席在这里抛出这样的议题啦，好，我们要求要列入啦，好。这个我们请那个委员来做研修，我评鉴有研修小组的委员，请他们来做研修。我借用一分钟时间哈，因为中医药师一直都很凉，从我们开医到现在哈，都还没有被人家叫上来过。OK。对，中医师的那个黄市长。来，中药商业是属于这个传统产业之一，你放心，我没有时间了，但是我还会排你们专案报告，你等着。这个中药商业是属于这个传统产业之一，那有专业才有产业哦。那中药商业这个属于这个总统提出的五大创新产业之一了哈。那我们其实看一下，从这个82年修法，这个药师法103条，修法前这个执照从业人数呢，从15000多张的这个职业执照，到现在只剩下9000多张。我不晓得你们是要扶植这个产业，还是要消灭这个产业？因为这个人数越来越少，然后20几年，通通一张证照，通通都没有发出去。所以我在这边大方向先抛出这个，先给你泄题了。我先请教，就是说中药技术师这个议题，目前你们政策如何？有没有方向？那到底就是说，从上一届这个法律提案借期不续审之后呢？中医药师和卫福部到底你们态度如何？有没有进度？到底想把他们这群人怎么办？我们这么重要的传统产业是，报告委员，我们针对中药技术师，其实已经找包括中药商全联会，还有中医师工会和药师工会共同有召开这个会议。那目前大方向这个用技术师这个会去推动，但是现在不同的专业团体对于职业范围，现在我们还在那这个已经汇整各位意见里面，要呈给部门。那部里面好，我简单提到，你要扶植还是要消灭这个产业？我想中药产业的永续是我们在努力的目标，的确是。好，谢谢司长，就是我们要让它永续发展嘛。好，谢谢。谢谢委员。谢谢陈莹委员，因为今天大家发言的很踊跃，我们后面好几位委员已经来了，接下来是卢秀燕委员不在，那我们接下来是林进宪委员。好，谢谢主席。本席邀请林部长。好，请林部长。委员好。部长好。部长是，我先跟你讨论一下登革热的问题。好，去年台南的登革热疫情非常严重，是，可以说是台湾高雄、台南，哇，可以说是破历史的记录那今年目前为止，那个地方防治的还不错，但是蠢蠢欲动我有一点担心台南市目前有宣布，大概9月中有第二例的本土病例，就发生在台南市的东区也是本席的选区。那这个第二例的本土性病例那我们相关单位又说，它跟另外一例就是境外一路有高度的关联性。这让我去想到
那么境外一路就是在国外感染哦，然后带到我们台湾来。今年到目前为止啊，大概有多少病例啊？到现在为止，本土病例是五例，台南两例，高雄两例，屏东一例。那境外一入呢，应当是什么260，260例、啊。跟去年比起来，今年的疫情是控制的还可以。本土性病例有压下来，对，但是啊，那危机还没有过去啊。是，因为我们境外一入的病例啊，就创了历史的新高啊。是。为什么今年境外一路的病例会暴增呢？这个境外一路为什么境外一路的病例可能跟我们周遭国家有关？那我们的边境管理，对边境管理也是，或者是跨境的防治，那现在到底怎么办？边境的防疫是非常重要。边境防疫就是进来的时候有发烧会抓得到，发烧。我记得我们机场港口都有啊，发烧传染站，但是不一定每个。刚好入境的时候都有发烧、啊，那哪那么入境之后哪那么凑巧？刚好今年就病例就破了记录，为什么这样呢？可能还是跟周遭国家的这个登革热疫情今年都升温，可能有关系。好、啊，你讲得好哦、啊。目前登革热的危机还没有过去啊。是，如果就数字上的显示啊，东南亚相关国家目前疫情是逐渐升温当中啊。是，所以我们很担心呢，尤其最近啊。嗯，下了那么多的雨啊，是，那形成积水的死角啊，是，这几率当然就大增了、啊，是，那病媒蚊通常就是在雨后温度突然升高啊，嗯，它会大量繁殖，嗯、也就是登革热最危险的传染时期啊，是，我觉得我们不能掉以轻心了、啊，好的，是，那想办法多加强一下边境管理，或者是跨境的防治，好不好？好，这个跟。极端气候可能还是整体都有关、啊、跟最近的台风还有这个登革热疫情都有关。会不会是我们管理螺丝松了、啊？今年算还不错、啊。如果是照这个境外一路这么多的话，本土如果照今年的情况，应当是另外一大堆的。另外啊，在登革热的防治方面呢、啊，是我们疫苗。就说打疫苗啦，是本土性的疫苗或者是一些境外的那些疫苗啊，目前有没有什么进度啊？有这个目前疫苗是 Sanofi 这个公司哈、它有九，它是打9到45岁，已经有5个国家这个上市了。但是我们国家从去年台南或者高雄的病例看起来，我们死亡的病例都是老年人。所以这个疫苗对我们不太合适，所以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疫苗呢，它是50岁可以打到80岁，目前还在 Phase 2第二期的试验。那我们已经跟美国 NH 那如果最快大概几年可以啊？这个疫苗让我们可以使用到？可能要一段时间。不过我们做的这个临床试验是年纪比较大的，所以如果还要一段时间呢、哦？是，那我们还要再撑几年呢、啊？因为它还在试验当中嘛，对，也没有人可以说一个确定的时间。美国 NH 这个疫苗呢，它都所以还是要试都有效，还是要加强我们自己的登革热防治啦。是，哦，你像去年的教训记下来，那今年台南防疫工作就做的不错，或者说不错嘛。对，啊，现在已经10月初，9月底了。对，好、哦，有2个病例嘛。是，啊，我们希望中央多给我们地方支援啦、啊。是，啊、哦，是。因为你不要一爆发啊，等到它大流行的时候啊，大家哦在那边手忙脚乱。对，在疫情的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压下来。是哦，所以中央应该来协助我们地方政府啊。另外，部长，我再跟你讨论一下长照的问题。好，啊，今天大家很关心我们长照 2.0， 那这个也是小英总统的重要政见啊。是。那长照大家关心的裁员，现在裁员大概来自两个，一个是烟捐嘛。一个是遗赠税嘛，不是，因为目前编的162亿是公预算，未来啦，哦，未来，是不是？对，不过因这个遗赠税大概主力比较小，大概遗赠税哦，主力小，可是它不稳定，不稳定是不一定每一年都有像王永庆这种有钱人会死掉了，所以你每一年的遗赠税的收入啊，嗯，有时候就很难预估了，是，那其中的烟捐也是啦，嗯。啊，我们燕娟，我听看前几天，好像院长也有提到啊，我们的未来的烟价、烟的价格，还会参考国际的标准的。部长有没有抽烟？
没有，我也没有抽烟呐、啊。但是什么叫国际的标准？我不晓得哈。但是有一个大概率可以比较的一个标的啦。嗯，你像汉堡，汉堡大家可以来比较麦当劳的大麦克。香烟呐、啊，大概可以来比较美国的万宝路了。台湾万宝路哈、哦，现在一包大概$3，部长你知不知道哈、哦？你不晓得啊、哦？不太清楚。这个是美国最畅销的香烟呐、啊，但是它就算在美国自己国土之内啊，它的售价都差很多。嗯嗯，在美国乔治亚州啊，万宝路一包才$1.3，但在纽约要卖到$12呢、啊。嗯嗯，同样是一个国家啊、哦。所以啊、哦，乔治亚离纽约也没有，也不会很远啊。对，你看它差了6倍的烟价。嗯嗯，同样这一包烟，台湾卖$3，韩国卖$2，日本卖$5，全世界最贵的万宝路啊，可能在哪里？澳洲，一包卖了$17.5。所以同样一包烟，你看光在世界上各地啊，烟价就大有不同。所以如果我们未来的要用烟捐，部长认为一年大概必须挹注你多少钱？你期望可以从烟捐拿到多少钱来做你的长照工作？这个越多越好了哈、啊。这个不过刚才提到的这个烟价到底是多少的标准哈？这个我们用校正之后，我们全世界比我们低的只有两个，一个是中国，一个是泰国。其他连马来西亚都比我们贵。第二个要看烟价、烟税跟烟捐占烟价的比例。那这个 WHO 的建议是70%，那我们目前是53%。我刚比较起来，如果同万宝路来看的话，那台湾的烟还算便宜了。那一开始也希望能够以价抑量，是啊，让大家啊尽量少抽烟呐、啊。是啊，用价钱呐、啊、来造成某个程度的抑制烟的抽烟的成长嘛。嗯，那你现在对这个烟捐，我现在看起来你也不是很有概念了、啊。大概涨到多少钱？希望一年可以让你多少钱可以花？这个涨多少钱？你满不盖了盖，那老公越多越好。我也知道越多越好。这个涨的这个我们有推估过。啊、所以未来我虽然我还是有一点担心呐、啊，你为了做长照2.0啊，你一证税的税源，我觉得不稳定呐、啊。那烟捐目前可以拿多少钱？也不是很确定，是，哦，那势在必行哦，即将要推动，时间的关系啦，是，哦，部长，哦，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要想办法，好，尤其未来到底我们是单纯的，就是完全靠税收来支应，还是要用混合制？你觉得呢？这个现在做的就是税收，那看这个推行的情况怎么样。混合制也不错，就是很多国家是试行，日本就是混合制嘛。好、哦哦，所以会一开始的长照2.0版、是完全以税收来指引。对，我讲的这样对不对？对，预期大概可以撑几年？我至少这个整个服务体系建立最少要2年呐、啊，一定要这样，所以只能撑2年。不是只能撑两年，我们希望2年把这个体系建制起来。然后呢？然后再如果税收不足，那怎么办？再加税，再找其他裁员。这个中间还是用其他的方式，变成一个混合制。这个就要看推行的状况再来做决定。你也没把握，没有一个财务规划。我们的财务规划长照做下去是长长久久呢。我们现在在做的事实上就在做服务的这个。那你的财务规划要先有啊。有，现在正在做。你没有预估，那你。给付的标准跟给付的项目，好，林生，我听到了哈。是，部长，财务规划要有啊。有，目前都在都。有问题你也答不出来。这个因为明年哈，明年是试办，所以范围比较小一点。那你全面办以后呢？就慢慢就会可以一项一项的长出来。长出来，那税收不足就要改啦。如果真的所有的都进来，包括这个。机构是就要1000亿了，是啊，对啊，那钱从哪来？这个就先看先1000亿耶，你这样很难说服人啊，哈，那个财务没有办法支撑啊，不要说独立自主了，财务没有办法支撑的长照，那怎么延续下去呢？在台湾怎么做呢？
这是个严重的问题哦。好，部长好，谢谢主席啊，不好意思。谢谢委员。好，好，谢林委员。军宣委员刚刚所提的，请部长特别回去去做研议哦，因为你长长久久的，你的最后的来源啊，你不能说只做前面两年、三年之后你该怎么办哦。那这一部分，请你们回去特别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请钟嘉宾委员。主席，与会的委员先进，列席的政府机关首长、官员、记者媒体女士先生、工作伙伴，大家午安。那么有请部长。部长，好，委员好，你觉得谁最爱社公司？谁？谁呀？谁最爱社公司？知不知道？我直接跟你讲了，社公司的另一半呢、啊？像我爱到把社公司娶回家当老婆，但是谁最需要社公司？你觉得谁会觉得社公司最有需要？来，我们来看一下弱势民主、弱势的族群啊、哦，比这个还糟糕，这个、很强势的监察院。监察院在102年的时候纠正哈，那时候叫内政部哈，还没有卫福部哈。他说，请要善尽的改善，就是说社工能力不够啦。原因知道吗？哈，过去很有名的案例。因此呢，在监察院纠正之后呢，各级政府啊，大量的赶紧的要补充社公司。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卫福部呢在执行到今年，有一个叫充实地方社工人力配置及禁用计划，其中公部门从原来的1590人，私部门的1368人，其中公部门的有正式编制的338，约聘的1252，委托民团的1368，要成长要增加1462人、啊、其中呢希望三分之一是在公部门，三分之一是在私部门。在公部门的部分呢，我们又希望说3/5是在编制人力，1/5在约雇的社工人员。你不用抄，我只问你，为什么我们会看到这样的扩充补充社工人力，要以公部门为主，而在政府部门当中又希望以正式编制为主，为什么？这个请我们社工司长啊、哦，不用了，我也知道了哈、哦。简单讲了哈、哦，我帮你把理由讲出来，因为社工人力需要稳定，需要专业。目前存在的不管是委托民团的还是政府部门的约聘社公司，它都留存着第一个待遇保障不够，流动性高，所以我们的保护性业务啊都要由公职社公司来担任，对不对啊？你看那市长点头了哈、啊、好，来，但是到目前啊，去年我调查的资料为止啊，目前地方的政府人力呢才2870哦，还差100多个。公部门目前我们的人数服务人数大概是将近8000人，在我们提供的资料当中，日本是大概4000个就有一个社公司，香港是3500，瑞典要求加西郎500个就有一个社工人员，所以公职社公司的流动率哈、哦，目前也虽然比较低，也不低哦，35%，比一般公务员高。以儿少的保护职工为社工为例呢，一个人的平均服务量要73案，原来在设算的时候是设算25万要一个人，结果实际上负担了这么多。好，来我们来看一下。那这种情况之下，社工要怎么产生呢？当然是社工相关科系大学毕业以上，他先通过专技高考取得社工师证照，通过公职考试高考三级，或者地方特考高考三级，然后呢，你们考量到总人口数以及社会福利人口数来分布。那么这是刚刚讲到的要求的目标。好，你看，那现在还差多少人？现在这些地方部门的编制的社工师有编足了吗？有没有？这还问吗？当然是没有啊，不然我也不会问嘛，对不对？那为什么没有？原因出在哪里？跟委员报告，是因为我们目前那边的员额出了问题。好，那边的员额，好，员额不够。来，我们看一下哈、哦，这是在101年，其实呢，到今年还问他，虽然已经520之前已经离开了哈、哦。他说104年到114年呢，那边的社公司所需的员额。要地方政府啊，人力到地方组织准则规定的编制余额额度内支应。我随便举一个例子，你们知道地方政府还有编制余额吗？大部分没有编制余额啦。那没有编制余额怎么办呢？嘿，很好啊，解释什么？人事总数说什么？有关检讨啊，建议检讨地方组织准则有关地方政府的余额总限制啊，把它解除，对不对？请卫务部有没有跟人事总处或者跟我们的主计处反映啊？要把地方的机关的员额稍微松绑一下，多一点，让我们容纳公职社公司，有没有？
有。结果是什么？持续的在沟通。啊，结果是什么？目前他们还是希望能够员额评鉴。这不是希望嘛？员额评鉴，然后呢？这个问题，如果万一真的是没有办法有员额的外加，那可以可能会考虑。真的？你说可能有没有？要讲清楚。部长，会涉及的。你有没有问过院长？有没有拜托过院长？全国的地方政府都要拜托外加，但是呢，主计处也好，人事总署都是 no way， 没有可能，因为我们国家啊，机关总移转法这个上限天花板已经到顶了。但是有没有其他办法呢？有没有什么方法让我们可以增加公职这公司，但是又不用去碰到机关总员额的限制呢？请看，来你看看哈、哦，公教警消公务人员有机关总员法限制总额上限。教师根据全国的学生班级数，国小一班 1.5 个，国中一班2个，警察跟消防呢都不列入在我们的机关总员额当中，另外计算依照人口数来配付。好，那我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公职社公司要放进公务人员的员额当中来那边？这是因为我们过去的整个那边的我们的系统组织是这样一个规划。好，那我告诉你有什么坏处，有什么不好的地方。首先高考的社工师及格之后，他可以转任社会行政，社会行政直系互通，他可以通到一般行政。所以呢，在政府机关呢、啊，公务人员最不想做的就是什么？最不想干的就是公职社工师。公职社工师这有办法，那就赶快呢，赶快调，赶快调。所以呢，我们辛辛苦苦高考进来的社工师，放到机关不到2年就引入去啊，跑到了其他的政府的员额去了。所以你补充在公务机关的公务员额当中的社工师是留不住的，因为社工师比其他的公务员来得辛苦，保障有没有比较高，对不对？部长同不同意？同意，同意，对不对？那既然你同意我们社工师这么迫切需要，这么辛苦，放在公务人员体制当中，他的保障待遇都比不上，没有比公务员更好，可是比公务员更累。我刚刚说了，最爱社工师的是另一半，但是呢，最辛苦的也是另一半。还好我太太现在已经转任了，他就是跑掉的那一部分，留在那一部分的在场有没有社公司的另一半？社公司的家庭很辛苦，对不对？我想我们的署长应该了解到，那怎么办呢？我告诉你怎么办，来，不是再娶一个了哈。我的意思说，我们要检讨公职社公司有没有纳入到政府机关总员额当中，我们是不是比照教师来发展公共社公司，不叫公职社公司？社公司是公共的。但不必要是公职，不必要是政府的公务员。我们来看一下，通常你看教师跟公务员，教师的待遇跟保障有没有比公务员好？在场有没有教师转任公务员的？大概没有，有啊。但是有很多公务员呢，哎，他想要去当导师，只是没有机会当。所以呢，我们往下看，既然社公司它只存在着政府雇用跟非营利组织，不像政府部门当中呢，有的像。那个、啊、什么工程技师啊，土木工程技师啊，这个很多医护师啊，都还可以有盈利的私人机构可以聘用。公职社公司社公司几乎都是由政府所雇用，那干脆就是比照教师了。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新生人数不断在下降，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的教师啊，他的供给是过量的，我们需要不那么多老师了。教育部的钱很多，对不对？慢慢的他不需要那么多了，因为他没有那么多教师需要请。再看下一张。但是我们的福利人口在上升啊，我们福利会在增加啊，那为什么不能够我们来配置公共社公司以后的军公教警消社，我们让它比照教师的待遇跟保障，我们是不是考虑将社公司法做这样的调整，是不是中央的官制呢做个调整，让社公司比照福利人数跟行政人口的人数有固定的员额，就跟老师一样，一个班 1.5 个老师，国中一个班两个老师，然后取得证照的社工师呢，由地方政府依照你的需求总额去考试，考试了之后呢，考上了之后就有职务了嘛，那么就让我们地方政府来运用。部长，你觉得可不可行？好，我们带回去研议啊，带回去研议。问了半天，满大家假的，这句好利利说带回去研议。对，你应该说全力跟林院长支持争取，好不好？要不要？这个其实你看起来不太爱社工师哦，至少没有娶回家哦。这个我对
这个还不完全了解了，所以不完全了解。我回去研究一下。再我跟你讲，你可以问一下你们的那个你们的次长了哈，宝宝次长了，宝宝老师了哈。他有去委员那边试过。对，所以我是说，如果您觉得这对我们社工师来讲，对我们的社工专业的需求能力来讲比较稳定有保障，对于从业人员有比较好的保障，您不只说回去研究，您要说大力的跟林院长来争取，好不好？我们必要的时候，立法院也来修法配合。我回去真的要研究一下，一定大力跟院长支持。我又没有叫你说服，要娶一个老婆，你这么紧张干嘛？啊，要爱社公司好不好？因为我们很需要，假劳动鼠咬。好，谢谢您，拜托。好，谢谢委员。好，谢谢钟委员啊，谢谢钟委员为我们社公司讲话，本人也是社公司，谢谢。好，来，接下来是林淑芬林委员。主席，各位大家午安了，是不是请我们林部长？请林部长。委员好，部长，我们看了卫福部的业务概况的这个计划报告，大概都是行礼如仪啊，不过有一件事情我比较认为姿势体大，就是你们其中一项叫做完善生技产业发展及药物安全品质管控体系，你们要积极的推动这个药品查验中心，就是 CDE 的行政法人化，以加速审查的流程。那言下之意就现在 CDE 因为没有法人化，所以这个审查效率不彰，你们一直都是这么说，所以你们都认为说啊，要改制为行政法人才可以。那你知道行政法人法什么样的要件才能够符合行政法人法，然后去成立这个行政法人，你知道吗？我请江署长跟您报告。在行政法人法里头有规定是。低度的公权力的一个机构才可以转为行政法人。对，你讲到我要问的核心，所谓的行政法人是讲国家和地方自治团体以外，由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为执行特定的公共事务，依法律设立的公法人。那这个公法人必须符合三个条件：第一个，具有专业需求，或者是需要强化成本效益及经营效能者；第二个，不适合由政府机关来推动，也不宜交给民间机关去推动的。那第三个，它还必须要符合所谓的公权力的行使程度较低者。那我请问你，一个新药的审查许可，那这样子所试设的公权力是程度所谓较低者吗？一个新药能不能被人民使用，新的医材能不能被病人使用，那关系到人命，关系到人民的权利，那他的审查许可这样的事情有符合所谓公权力行使程度较低者这样的要件吗？报告委员，现在我们将来那个药物审查中心他所做的那个技术性审查是属于文件的审查，那么文件审查通过之后，他会给一个通过的一个证明文件。事实上所有的公权力的行使还是在食药署里面。那我问你， CDE 所做成的审查食药署会可以推翻吗？会推翻吗？在我们将来要修正我们的药事法的第39条跟40条的时候，会加入这个在对于有疑义的一个技术性审查的文件，我们是可以做。我问你，在没有修法以前，在目前你们所做的 CDE 的审查里面，你们在许可证的核发里面，你们曾经推翻过 CDE 所做的这个专业审查的把关吗？如果它是专业审查了，然后到你们这里被你们行政推翻，请问这是怎么一回事？是它不专业吗？但如果它专业审查了，到你们行政这里，还不尊重，然后就没有给他许可，那这样子会是怎么一回事？报告委员，到现为止，在 CDE 所审查的资料里头，被我们推翻的几率非常非常非常的低。不要讲非常非常的低了，几乎没有，就是没有。对，那我现在告诉你呢，就是没有，所以你们几乎就是尊重专业，你们也必须尊重专业。可是专业是试射到这么大的人民的生命，还不是权利，试射到人民的生命安全这样的一个许可权，你交给一个行政法人，
那我请教你，这个行政法人他会改善目前的财务状况，他会有高度的依赖，不管是委托案还是公务预算，然后从财务的状况会摆脱高度的依赖变成自主吗？你们的规划里面会变成这样子吗？在我们的规划里头，并财务状况并不是唯一或者是优先。我现在问你，因为钱从哪里来是一个大问题啊。如果钱是来自于政府的委托案，或者是人民缴纳的钱，你去补助的公务预算，那么我们要知道，你拿了人民的钱，那么你这个 CDE 要到受监督，要到立法院来被监督。过去十年来，好，大概 CDE 连预算必须要到立法院来监督，人民都没有监督啊，立法院都没审查啊。在今年我第一次排了审查，是第一次，所以在过去十年，整个 CDE 的预算从来立法院自废武功，从来不曾审查。你们编多少就花多少，该怎么样人怎么用，通通放任你们去了。过去十年你们说审查效益不彰，所以显然跟立法院无关哦，各位听好哦，跟我们都无关哦。立法院从来不曾审过他们预算，不曾干涉过他们的人事，钱跟人都不曾干涉过。现在这十年没人管的状况，他说新药审查效率不彰，没完没了，一年审查几件新药案件啊？大概是100件左右。100件几个人在做啊？ CDE 有几个人？大概200多个，230左右。平均两个人，平均一个人分担 0.5 件，然后效率不彰。我要讲，如果钱是从立法院这个审议过，人家有杯葛不让他们做，那立法院就讲说还可以变成那么效率不彰的借口，都没有人管的状况还效率不彰，拿人民的钱做事，200多个人做到效率不彰，那你要怪谁？怪说你们没有行政法人吗？那我再问你，如果行政法人化以后，钱啊，如果不是从政府补助居多，那钱会是从哪里？接受会拿业者的钱吗？拿业者审查费拿高一点吗？拿会不会拿业者的另外的委托案？然后这样的收入拿人钱，拿人手短啊，我们也很担心。所以我们在讲行政法人这件事情，知识体大。什么叫行政法人？行政法人有两大最核心：钱松绑，人松绑。行政法人法就从中正文化中心两厅院开始，它是讲艺术表演的这些特性，不适合用文官的用人体系，这一些艺文专业背景人才没有办法去靠考公务人员及格的人来发挥，所以人事要松绑。然后讲，因为艺术的东西跟国务公务预算的会计制度也不符合，所以他讲说两年前要排好一个行程，你要支付一个签约金，公务预算根本不能支付，所以才讲人跟钱要松绑。松绑了以后呢，还讲说大概要财务自主。可是这十年下来，我告诉你，钱只有越来越依赖，花政府的钱越来越多。那立法院就说来两厅院到立法院来备询，人家行政法人化以后就说我们不到立法院备询，因为我们是拿你教育部来补助，教育部补助我的时候，虽然几乎60%以上都靠教育部补助，但已经有一个审查机制，你要咨询教育部。所以在那种状况里面呢，人民立法院全部都给钱，然后人也不用用公务人员，钱也不用会计法，结果要监督他没得监督不让你监督所以我问你，就是说我们现在 CDE 到哪一个程度了，会觉得需要人跟钱松绑，让你们完全自主？那我们问你说，你的许可权还是基于 CDE 的审查和专业，可是呢，这么高强度的公权力的行使，你让它行政法人化，请问这种非正规的公务体系的行政法人能够当责吗？还有人民能够问责吗？可不可以？你们现在只想你们方便，有没有想过这个权责的问题？
报告委员，这来说明一下哦，就是说哈，现在分成两段式的行政处分。第一段的话，刚刚就是讲了技术审查的话，它其实就是一段的一个处分。如果说它有就是申请人对这个有问题的话，他还是可以来提出这个所谓的行政诉讼的这样的程序。我不是在讲这个问题，我在讲整个 CDE 的钱是由人民的公务预算或者是这个政府的委托，总而言之钱都从人民而去，那我们还要问责还要监督，好，那200多人都做不好了，一年只做100件，200多人负责100件都不脏了，立法院还没有审预算呢，通通都没有管呢。那你们现在在就假借着推动生技产业的发展，药物上市许可的时效不彰，都被认定为阻挡生技产业发展的绊脚石，所以上市审查许可的单一化，就成为你们认为 CDE 要把它行政法人化的合理论述。我们不知道你的合理化在哪里，而且违反了行政法人法的最核心，它这个不是一个公权力行使的程度较低者，这是一个大问题啊。结果你们现在列为政策重点，马上要推。好，因为时间关系哦，我再讲另外一个问题哦。这个部长，肝中药材管理的问题是一个大问题。在上一届，不要讲上会期，上一届就承诺我半年内要提出中药师版本。委员会跟你讲说半年内要版本，然后委员跟你要你的版本，两年了，长不出来。这件事情很严重，为什么呢？因为中药商的体系还继续在管理，在卖药材。好，那医药分业，可是这些老一辈有药商营业的许可证的，如刚才陈委员讲的，在萎缩。你的教考训用通通都没有，他未来的年轻人怎么承接？已经从上一次核发到现在20几年了，教考训用都没有。然后到时候就叫你再就地合法一批。我们20年前就说，这一批83年核准的之后，要开始有药商管理的，药这个中药药材管理的技术室的管理，这个系统要出来，教考训用讲20几年，一件都没做，一件都没做，到现在又要来就地合法了，我们。你不想也办法解决也不行啊，你现在正规的做法也不动，这个跟人民的用药安全息息相关，结果你们的中药材的管理，你们的中药师的发展就只有药材管理，中药体系中医体系，你们整个中医中药就只有一个药材管理四个字，GMP 只有 GMP 药厂，只有药材安全规范，什么都没有。你这个报告显示什么？显示这个国家不管是对中医或中药都是漠视的，不在乎的，都认为它是非正规的，任由它自生自灭，直到发生问题人家找上门了才要解决，这个就是目前政府最大的问题。好，我再讲最后一个 大问题，远雄苗栗生活园区，这是一个个案，但我要清清楚告诉你，部长，第一个，远雄健康生活园区，它的医院许可是建构在一个国卫院的癌症研究中心，这件事情你知道吗？国卫院的癌症研究中心没有获得经建会核准，没有获得行政院同意，是一个假计划，已经胎死腹中的计划，你知道吗？他是根据这个癌症研究中心才有远雄医院，好吧，就算了，医院的合法性有问题，但是因为你们出了一个公文说要盖这个医院，为了配合癌症研究中心，所以你们要求国产署许可租他21公顷的土地，这一切从医院是一个伪造的癌症研究中心计划，到一个许可，到诈骗国家21公顷的土地，都是一个有违法，部长你知道吗？这件事你知道吗？我知道，不过已经解决了。我请市长跟没有来，你再听我说。结果这一次租国的土地还给诈骗成一个 BOO 案 ，BOO 案，促参法第6条吧，如果没记错的话，开宗明义什么东西可以 BOO， 你知道吗？什么叫 BOO？
就是促餐的厂商永久的拥有地上权的所有权，所以这会造成土地跟地上权永久拥有的纠纷，这个是变相在掠夺国有土地。这一个案子必须有个要件，促餐法规定要配合国家重大公共建设才能有所谓的 BOO 案，所以这一个 BOO 案也是一个诈骗的违法，请你清楚。我在讲最后一件事情，所以啊，我只问你最后一件事情，跟你有关的。国产署知道这几个案子以后，说土地要收回，他一直问你们公文，说，哎，你们只核准他医院盖医院啊，医院的土地面积，医院本体的土地面积有多大？他只问你们这个问题，你从来都不回答。你们从来都没有回答，因为医院如果是一公顷，他只要租他一公顷，其他二十公顷通通要收回。结果你们从来都不曾回答这一件事情。然后呢，国产署说依照他的建造，目前有八公顷的面积，再加两公顷的道路用地，所以暂时二十一公顷调整成十公顷。但国产署还是要继续问你们，请问你们已经核定的计划，医院本体那个医院它所坐落的地方的土地面积是多大？你就回答我这个问题就好了。跟委员报告，我们已经回复给国产署，就是八公顷。你什么时候回复的？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国产署，你们核定的计划，医院的本体，医院的主体，就那个医院而已。医院的楼地板面积多少平方米？他来问的是这个土地面积，所以我们回复的、就是。我跟你讲，医院，我现在问你，你们核定的计划，原始核定的计划没有变更以前，医院的土地面积是多大？所有林万益政委请你们去的时候，你有告诉过他？我们讲的就是那个土地面积。医院，我在问你，医院本体的土地面积有多大？不要再来护航远雄，远雄做不下去了，要把这个权力开发权力要卖给蔡长海中国医药大学。你不要再包庇一个远雄，全部都非法的。照理说，连医院计划都要取消的。像你医院到底有多大？核定的计划，医院一共有多少楼地板面积？你告诉我，医院有多少楼地板面积？这个我们要确司长查了之后再。你要再查，你跟你万益都讲过了。没有。民进党的政府也是要这样包庇远雄吗？我们现在都停止所有的程序。那个不是你们停止的，是我们立法院提案的。你这个司长上来跟前任前朝时候的态度一样，都在包庇远雄。医院的总楼地板面积，我告诉你，8万，地上11层，地下1层。是你们卫福部核定的8万多平方公尺除以12层楼，等于是一共有2055平。医院的主体结构没有超过1公顷，这是他的计划。部长，你不是去跟林万益报告，跟林政委报告，也讲说2000多平吗？那个政委的报告我没有去，那谁去了？司长去了。我们没有跟他报告这个，我们最主要是在报告说他未来的进行的方式，这个中国医药大学是不可以直接承接的，不能直接承接远雄的。我现在在问你，人家国产署在问你医院那一个主体，那我现在问你，我问你，立法委员问你，医院那一个主体，他那个坐落的面积有多大？我们回复给国产署的是依据。我在问你，我问你的，我就问你，就这个问题，你还故意闪躲？究竟你们核定的计划里面，远雄这一个医院实际坐落的土地面积有多大？我们把当时候核定的计划书送给委员，我都有了，我看过了，你不要在这里打官腔。抱歉，主席，他不回答我的问题，我怎么下台呢？他以为在这里可以这样子混过去吗？闪躲立委就这么简单？医院远雄跟刘仲宏诈骗国有土地所取得的土地，他要盖医院，那个医院土地面积坐落医院那个本主体土地面积用了多少坪？你回答我。
跟委员报告，因为我现在没有办法立刻回答您的问题。我们按照所有的公司，你当初政委都请你们去问，你都讲了。我不记得我讲过。来，苗念，我第二轮发言，请你马上准备。我在这里跟你耗耗到五点，你要给我答案，不给我答案，我绝对不罢休。你以为这里立委都是这么好诓骗的吗？在这里虚与委蛇一下就可以吗？在这里混一下时间过去就好了吗？部长可不可以？主席经理才是。是不是林委员要求的资料是不是可以？我们尽快查一下。我们当时候的公文书都有。让第二轮发言等着你。好，谢谢。好，我们接下来是李立芬李委员。主席好，麻烦请部长。请您部长。喂，好。部长好。部长，我们先来看一下一则新闻哈。这个是在9月19日，有一则新闻是提到说，有一位6岁的小妹妹，她要被出洋到瑞典。那县政府为了这个小女生办了一个欢送会，然后也送她慰问金跟礼物。不知道部长，你看了这个新闻之后有什么感想？请问一下，你支持台湾之子要被出洋到国外吗？这个还是以国内收养为优先。对，以国内收养为优先嘛，哈。可是我们来看这个新闻哦，因为这个新闻的这个县市的政府官员有提到，这个收养这个小妹妹的父母，他是瑞典籍的父母。那如果是他收养这个小孩的话，瑞典政府会给他们夫妻合计约1年半的育儿假，然后又会发给那个育儿福利津贴，这个福利津贴足以维持一家三口的家计。那如果他是由我们国内的台湾人收养的话呢，户籍只要是迁入到那个养父母的家庭的话，政府就会停止所有的弱势社福的一个补助。那另外呢，这个官员也认为说，出养到国外比较好，因为他们的制度比较健全。即使是收养身障的孩子啊，那个学校、社区还有政府的社福系统都会共同来支撑协助这个孩子。那还有就是外国人他不会在意孩子的身世哈，知不知道身世，所以也会鼓励他成年之后能够回来寻根。所以呢，出养到国外的成功率是非常高的。好，可是如果按照这个官员的说法的话，那这样子是不是表示我国的福利资源其实很差的？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把小孩留下来，然后小孩子送到国外才是幸福的，然后留在国内可能就不会那么的幸福。那部长，请问一下，如果是我们的政府官员是抱持这样的想法，你觉得对吗？这个我们的福利其实也不差了，我请简署长跟您做说明。我大概知道我们的福利情形是怎样的哈，因为在这边我是要特别的去提出来，就是说我们来看一下数字。这个就是我们101年到104年的一个收出养的一个统计资料哈。我记得我那时候还在民间的时候，我那时候是行政院儿权小组的委员，我那时候就关心这个问题。然后我记得那时候社家署给我一个答案是说，104年有可能国内出养的人数会翻转大于跨国境的一个出养哈。可是我们来看一下，我们104年还是跨国境出养的人数大于国内出养的一个人数。那我不知道说部长，你知道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吗？这个有的是观念的问题，有个是这个福利的问题。是，好，观念的问题。因为我们大概都会听到说一般的一个讲法，就是因为我们在台湾，我们台湾的养父母比较喜欢期待收养到的孩子是要3岁以下，然后要身心健康，对不对？好，那这个是我们大概对于我们国内的父母一个想法。我相信这部分有这种想法的要收养的父母是有的。可是是不是真的就是这样子呢？那个部长，我这边有一个数字要麻烦你来看哦。这个是我们看104年的一个资料，在跨国境出养当中，未满3岁
出洋到国外的人有多少人你知道吗？有91个人，91个小孩。好，那其实我们在104年跨国境出洋的总人数是有158个人，那3岁以下的是有91个人，好，也占了过半。再来呢，一般身心状况啊，就是他没有特别的一个疾病的小孩的话，他有93人，好，所以也占了59%，都将近60%。那如果我们再去比对，好，我再做一个交叉比对，3岁以下身心健康的小孩有多少呢？出洋到国外去呢，有48个。然后我们再算到六岁以下身心状况好的孩子呢，有几个呢？有73个。难道这些48个或是73个小孩，我们在台湾都没有办法帮他找到一个适合的家庭吗？部长，跟委员报告哈，因为我们在儿权法修正以后，是委员当时也有参与哈，都是以国内收养为优先，所以我们都一直在鼓励，也希望说我们国人的观念也可以逐渐的去做一些翻转。那的确我们这几年来看哈，那个国内收出养的这个，因为媒合成功率是越来越高，所以那个也已经是几乎翻倍了啦。那我们当然要一直努力不断的去跟国人做这样的一个收出养一个正确观念的一个倡议啦，我想我们会持续努力。好，如果说第一个就是如果我们要倡议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收出养的一个概念的话，其实像刚刚那一则新闻，部长还是署长，你们会觉得这应该是我们政府单位应该去鼓励的吗？就是出洋到国外是幸福的，照顾是好的，好，这个应该要在媒体上这样子一个报道吗？所以我们是不是这个部分，我们是不是在观念宣导这个部分，我们还是期待我们卫福部这边应该要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宣导一个计划，也要让我们县市政府说这样一个方式，我们会觉得是不恰当的，这样可以吗？ 好，那其实刚刚署长有提到说，我们儿少权法的第16条的第3项已经有提到了，就是要有那个以国内出洋为原则嘛，为优先嘛。那其实，在儿权公约里面写得更清楚，好，儿童权利公约写得更清楚，就是说，所谓的要做跨国境出洋，他要穷尽国内的所有的替代照顾，所以这个替代照顾包括什么？包括寄养家庭，包括亲属照顾，包括亲属收养，包括机构安置，都是在这些穷尽国内的所有替代照顾没办法的一个情况之下才做跨国境的出洋。可是老实讲，如果以我们这样的数字来看，有吗？有符合公约的精神吗？因为我们这个部分是必须要再跟地方政府哈这边也要再多做沟通跟努力啦，哈，那的确我们当时修法的时候很重要的精神就是希望把孩子是留在国内，所以我们才会修了叫国内收养为优先。那当然这个因为我们还是希望孩子是在家庭的环境，居家的环境有家人这样子一起来成长，所以机构安置毕竟比较是我可以不是比较好的一个。可是其实跨国境出洋还有一个问题是文化认同、文化适应、语言适应、文化认同的一个问题，这个可能都是比起所谓的家庭的一个环境，其实在国际上为什么连儿权公约都这样的一个规范，一定是有它的道理的。好，所以我会觉得说我们一定要在国内找到适合照顾这个孩子的一个所有的方式，除非是没有一个情况之下，还是说他留在国内显不利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才可能去做这种跨国际的一个出洋哈。那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这些孩子要被收出洋的一个原因哈，被出洋出去的原因，家庭经济是最重要的人次哦，1到4名就是家庭无法照顾教养的有244人次，经济状况不好222，单亲抚养有困难202，未婚生子的187。我这边最在意的就是经济环境不好的情况之下，我们要把孩子出洋出去，我会觉得这个部分是我们政府的责任。我听到有一些 NGO 他们自己在做收出洋，他们遇到那个爸爸妈妈说他的经济不好不能照顾小孩，这些 NGO 是去募款
来协助这个爸爸妈妈把孩子留下来，可是我们的政府责任在哪里？我会觉得这个应该是政府的责任，所以我在这边我会期待就是说，如果这些收出养中心他们遇到这些父母亲是因为经济的一个关系，他们能不能通报给县市社会政府、县市政府的社会局，由他们来做评估，然后看说我们到底政府可以给这些父母亲什么样一个支持、什么样一个福利，然后才来考量要不要出养，而不是就由中心这边就出养出去了，可以吗？可以。好，这个本来就应该这样子。是，那最后我也会希望说，这个毕竟从101年到现在也一段时间了，我们整个收出养的政策，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有更系统的去做评估，以及怎么样子来改善这样子跨国境出养偏高的一个情形。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能不能请我们卫福部能够在年底之前提出一个解决的一个方案出来，然后再提给我这边做参考，可以吗？好，可以。好，谢谢部长，谢谢。谢谢委员。好，谢谢李委员。接下来是由黄秀芳黄委员。谢谢主席，我们请部长。好，请林部长。委员好。部长好。是。部长辛苦了哈。那部长我想请教哈，在前两天的这个台风哈，那真的是风雨交加哈，尤其是中部地区哈，这个风真的是达到10级以上哈。那本席也知道说在中部地区也有几家医院哈是这个县市政府都已经宣布这个停班停课，那有几家这个医院它还是门诊还是照常服务哈。那针对这个部分我请教部长哈，像如果说医院就是县市政府都已经停班停课了，那医院还是门诊哦，哈，门诊还是照常营业的话，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卫福部这边有法可管吗？这个，对不起，这个部分呢，这个在台风期间还是这个住院跟急诊病人要照顾，一样派医生去照顾。我说的是一般门诊，门诊要第一个要先考量这个员工出勤的安全呐。第二个呢，就看这个门诊设立有没有这个必要性，这是一个慢性病或者是类似洗肾一样的，那这两个中间取得一个平衡做审慎的处理。 是那如果这个医院是正常好，门诊正常，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卫福部这边是不是也要考虑到医护人员的安全？ 对如果说急诊的话，这个当然是要继续服务嘛。那如果是门诊的话，其实如果门诊正常看病的话，其实一方面医护人员的安全也要照顾，那再来就是病人的安全也更加要照顾。那针对这个部分，我们卫福部这边有什么样的措施？目前是没有特别强制的措施，但是我们会希望，其实昨天我们也发了一个新闻稿，就请前天了哈，请各医院做妥适的、审慎的处理哈。那所以他们根本也都不理你们嘛？不会，这个我们一定会来跟各医院做这个做劝说。那你刚刚说的妥适的处理是怎样的处理？这个哈，这里门诊的部分，就是以员工的安全做这个做首要考量。第二个呢，病人如果他真的需要，他不要每一个门诊都开，可以一个台风特别门诊，说不定一个诊他需要的药就可以开给他，那这样的情况就够了，不需要一个门一天的门诊，可能20-30个门诊都要开，这个不需要。是，那所以往后如果是这个台风各县市政府都已经停班停课，是，那我们卫福部这边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就是公私立医院是。要按照我们这个卫福部这边的一个 SOP 的一个标准吗？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吗？我们定一个规定，让各医院可以遵循。好，那我希望说哈，就是医务人员平常都已经蛮辛苦了哈，那尤其是台风天又要他们这样子出勤，对，那当然是急诊，当然是医务人员他本着他的这个天职要去协助我们病人，这个是理所当然。那一般门诊的话，其实本席认为说不一定要开这么多，对，门诊不一定要正常营运呐哈，就是说可以开个这个台风的这个门诊，特别门诊也可以哈。所以我是不是要求我们的卫福部针对这个部分，如果各县市政府都已经停班停课，那是不是可以要求所有的公私立医院，就是按照我们卫福部所
定的一个标准，好不好？好的，好好，谢谢。那另外这个部长，我想请教哈，就是说在去年的时候，我们有征购有这个购这个采购哈，我们的这个流感疫苗哈，有300多万剂嘛哈。那今年就是流感这个流感季节又快到了哈，所以这个今年好像增加到600万剂。那增加到600万剂哈，在今年的7月份的时候，本席有这个有听到有一些民众在反映哈，就是说我们这个采购的这个动作太慢了哈，所以有关四价。就是流感四价的这个剂型哈，没有采，就是没有哈，没有采购到。那只有这个三价的这个剂型哈。那像这样子的话，民众如果他想要，是不是全台湾都没有四价？完全都没有。世界很难抢，我们年初就开始抢这个四价疫苗。是。是的，因为四价疫苗就国家列入这个公卫疫苗，所以今年的很难买到四价疫苗。但是我们的公卫疫苗一直都是三价疫苗。是，那今年原本你是说四价疫苗是要纳入我们的这个公费疫苗？没有，本来就没有。就是民众就是现我们的政府补差额吗？也没有补差额，也都没有补差额。那如果说民众他自己本身要自费，这个买不到，也买不到。对，所以未来如果针对这个部分的话，是不是要先采购，或者是？你是今年年初采购嘛？对。那可不可以再往前，时间再往前，这样可以吗？因为我们是没有用四价当做公费疫苗，所以是事实上跟我们采购的时间应当是各医院自行去采购。所以是所以是医院自己要提早一点。提早，那是不是也卫福部这边也可以？因为它涵盖的范围会比较大哈，所以可能这个防疫的。这个效果可能会比较好，所以如果说民众他如果要自费的话，其实如果我们卫福部这边可以协助，或者是可以提供一些意见给一般的这个医院的话，我想是不是可以请卫福部这边针对这个部分？其实哈，四价疫苗好处第一个就是当年 B 有流行，第二年流行的 B 是刚好三价疫苗没有 cover 到的这个 corona 才有效了，是。所以这个部分我请我们卫福部这边哈，就是说往后这个采购的部分是不是说也要多注意，那也提供一些意见给一般的这个医院，好不好？好的。另外在本席在第一会期的时候有特别提到，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儿科哈，儿科最关心的这个公费疫苗。Okay, 好，这个我相信部长，你上次跟我说你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哈，那一个会期又过了，我不知道说部长针对这个部分，这个部分事实上从我当儿科医学会理事长就开始推动到现在，真的是大概10年有了。这个我觉得也很愧欠啊，小儿科医师30-40年就为国家的这个公费疫苗尽很多力量，而且都没有得到一点，都完全都没有哈，公费疫苗的处置费完全都没有付。这次会其实。小儿科医生都差一点要走上街头了，是，这原因是这样，因为现在是三合一疫苗改成五合一疫苗，五合一疫苗很贵，要2000多块，如果一不小心或者怎么样，就要赔2000多块了。对，所以他们也觉得这样再下去真的是不合理，是，所以这次他们有一点想要，那我跟他讲，我来努力。那最近呢是试算了两个办法，第一个就是先用1岁以下要5剂。每一用要用这个疫苗的处置费哈，100元，那来计算的话5剂，那大概1.2亿一年了，1.2亿。那我已经跟主计讨论过的，也获得比较善意的回应。但是今年因为没有编明年的这个预算嘛哈，那这个部分我来跟主计再讨论，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来弥补我们小儿科医生40年来的这个，我们对不起他们的地方，也感谢他们。是，所以明年的话应该有机会，应该有机会，就是我们的那个公费疫苗的这个处置费，应该有机会来补充。先从1岁以下有5剂嘛哈，先从那里开始。好，那我希望说哈，部长希望努力有成果。
希望如此，因为真的这个儿科医师真的有蛮多抱怨的，因为所有的这个设备都要他们自己付，那这个疫苗坏掉之后也要他们去付，所以是真的蛮不合理的啦。那看一个这个婴幼儿其实要蛮花时间，比成人或者是比这个比较大的这个小孩还要花时间，所以我希望说部长既然就是说我们新政府上来之后，当然以前政府没办法做到的，希望我们新政府上来之后部长以你自己本身之前的专业，你自己也是儿科医师出身的，那我希望说能够让我们的所有的儿科医师在这个部分能够比较得到比较公平正义一点。跟委员报告，这个其实儿科不止这个，他的冰箱，那冰箱现在 CDC 也正在做，看看我们国产的冰箱现都很好，专门做 CDC 公卫疫苗使用的冰箱，来提供给我们的这个合约的这个医疗院所。好，所以就不止一岁以下，以后可能就有机会，可能明年就有机会，明年就有机会，好，有这个处置费的这个补助，再来努力。好，那设备的部分就是冰箱的部分，对，我们这边也可以提供还是补助？现在努力看看我们可不可以国产的这个专门用疫苗使用的冰箱，然后由 CDC 来提供啦，看能不能这样。好，希望真的明年哈，支持我们，因为这个真的讲了好几十年了啦哈。部长你自己本身也知道，也讲了好几十年哈。那我希望说部长上来之后，那针对这个儿科医师的部分，因为刚刚部长有讲原本他们想要走上街头的，那既然就是说卫福部这边这么有诚意，然后要解决这个问题，那我相信说这个儿科医学会也好，或者是这些儿科医师都能够感受到新政府的一个诚意。那我希望说明年我们的这个幼儿公费疫苗预防接种的处置费真正能够让我们的这些儿科医师能够得到一些补偿啦，好不好？好，谢谢委员。好，谢谢。谢谢。好，谢谢黄秀芳委员。接下来是张立善委员不在哈。那再来是陈赖素梅委员不在。再来是赖世宝委员不在。刘兆豪委员不在。郑运鹏委员不在，徐永明委员不在，接下来我们徐真卫徐委员，主席好，麻烦请部长，请林部长。委员好，部长好，辛苦了，时间不多，但是本席有三个主题。好，那这三个主题本席讲，第一个主题是从儿童人权公约谈台湾如何推行，好，也推动维护父母离异的儿童权利的相关措施。第二个是吸肝的用药的部分，第三个是长照的部分。好，那因为第一个主题比较大，好，这个部分这个本席在这边先讲一下。好，来。好，我们的 PPT 有吗？好，待会儿这个有关于我们父母离异，以儿童的角度，儿童的心理健康的部分如何被抚这个看重，以及如何被安抚。现在这个银色夫妻啊，我们从国外来看这个我们的有这个银色夫妻的部分，像小冰冰啊，还有他的前妻离婚的部分，还有现在安杰丽娜裘丽，还有我们这个布莱德比特的部分，好，这都是最近都在说的部分。那在离异的过程中，当然对方夫妻这个互相的指责为父母，或是为这个夫妻的角色指控对方做得不好。那在这整个这个争端当中，孩子没有被看中，也在这枪林弹雨当中，孩子变成了这个炮灰。好，这个炮灰的这个形容是因为孩子没有被抚慰到，没有被关照到。但是我们
的这个现在卫福部好像对离异父母以及我们这个孩子的部分都没有这个关照到，连我们要申请补助的科目都不符合，完全没有。请问有这件事吗？我让这个简处长跟您好报告。社家署长哈，署长好。跟委员报告，其实我们从1993年开始，我们就有办理离婚案件的未成年子女跟家长的这个商谈服务的一个方案。那我们是结合司法院还有各个地方法院，然后会透过一些了解，这是跟司法院的家事服务中心嘛？是，但是司法院给的经费非常非常的少。我们社家署的部分也非常非常的少，好，那其实在这个社会事件里面发生的非常非常的多，无论是这个离异父母为了监护权，或者是为了接孩子大打出手，或甚至浪闹出人命，这些的社会案件相当多，我想我们的这个卫福部都看到了，但是真的有在重视吗？现在台湾的离婚率您知道全球第几吗？台湾的离婚率全球第三，亚洲第一，还胜过日韩。我们现在以去年来说，台湾我们的离婚率有53459对，104年，53459对。您想想看，这个数字是不是非常非常的高？好。很高，五年内离婚的33%，5到9年内离婚的20.8%，我们把它未满10年离婚的53.8%，等于4%。我们再算，如果每一对生了两个孩子，10岁以下的就将近有6万名，那18岁以下的就将近有10万名。为什么会把它算到18岁以下？为什么？社家署您知道吗？因为对于儿童的定义，当然是在儿权公约是18岁以下。答对了，是这样的。好，那您再看看，这上面有答案哈。您再看看，我这现在列的是104年，我们有5万多对，刚才算出来是影响到将近30万。对不对？好，你看啊，如果说我们父母双方离婚了，一对生两个孩子，当然中国的传统观念里面是两个家族的分开，所以呢，你会牵涉到30万人，几乎30万人。如果我们把它算18岁以下的话，我们乘以18，是不是这潜藏的隐藏性呢是540万人？这只有4%哦。这只有4%哦，那其他的是多少？4×6，还没有算进来哦。所以这个影响层面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广？那我们部里到底有没有相关的经费、相关的重视这件事情？来每一年逐年来编列预算，有没有？跟委员报告哈，因为。这个当然，这件事情，孩子的权益是我们重视的啦，哈，尤其是这不止孩子，还有这么多人口隐藏性的人口的联动，请问我们到底每一年都有相关的预算经费的补助，或者是相关预算的编列吗？因为我们不是只有刚刚我报告。委员的这个家事商谈服务，其实我们针对单亲哈，也有特殊境遇家庭扶助的一些相关的措施。就是因为有都非常的多，所以全部把它分散掉了。尤其是以前还用公财，但是公财的补助，如果您长久以来都用公财的补助，那本席可以告诉您根本不重视这一块，您也没有用心在这一块。我们的单亲服务的部分都是用那个预算的部分，不是用公财。去年还是用公财。好，而且这个服务的这个的费用非常，你们编列的预算都非常非常的低。所以在这我们看一个，来下一个。他山之石可以借镜，香港的离婚协助的辅导，
它里面做的非常非常的多，而且走的比我们还快，而且还完整。所以今年2016年，下一条，2016年，其实这个部分，县政府曾经跟我们的社家署申请过经费，但是社家署找不到相应的科目可以补助，找不到相应的科目可以补助，就表示我们基本上是不重视的，所以你没有科目可以补助。所以强烈的要求，是不是我们在预算的编列到这一块来，让我们整个除了父母离异还有共享亲职的部分，以及孩子是受到照顾的。因为除了父母，除了孩子，还有很多联动性的心理的这个辅导，家事法庭好的这个介入，都要经费来挹注。另外在这里，家事服务中心全国现在只有9个，只有9个而已，所以这一方面我们真的推动的不够积极。好，以我们现在花莲县政府现在在办港台专业论坛，明天就开始，社家署您有派人去吗？对，会有派人，真的是需要去听听看。我们取经于这个香港的部分看一下，邀请的对象是全国的对象，200人，家庭服务社工、法院家事法官、家事调查官、大学教授、心理师。我们很遗憾，这是由县政府来办，其实本来是希望卫福部来办这个全国性的活动，这表示我们的卫福部是非常非常的重视的。可是还是那句话，我们没有相应的科目，表示我们根本就不重视。好，所以本席在这里强烈要求，我们在预算的编列的部分，把这个整个预算编列下来，表示我们重视这么广大的人口，好吗？好，可以吗，部长？可以吗？我们努力。好，谢谢。第二个就是，抱歉哦，主席，再2分钟好。很简单，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肝癌新药的部分。好，请问您的这个我们部长啊，经费从哪里来啊？前面那些都不用讲了，我们的肝癌新药要这个入健保。嗯嗯。经费从哪里来？因为我们本来预计的初期的经费是从这个健保来使用了。那上个周上周五呢，就是开健保的协商，那他们有2个案子会送上来。那我就要详细了解这2个案子之后，才来裁定用哪一个案子。所以您这个经费要从哪里来？从健保来？从哪里来？因为2个案子是健保的这个特别预算，一个是这个护卫者呢，他是在这个公务预算的前提之下，那来做一般的。所以您可以用公务预算。我现在编的吗？我不要先提。公务预算根本没有编。好，那您会不会用到健保的其他部门的经费？这个就是让我这个时候讲太快了，我就是等收到这个公文。本席在这里强烈的建议，也要求不可以动用健保其他部门的经费，因为当初设这个健保其他部门这个目的是在哪里？主要是为了完成政府的相关政策，例如山地离岛医疗及居家服务照顾等。因此对于山地及偏乡医疗照顾需求大多的花东居民，中央要加强挹注，所以这是对于我们偏乡及花东居民。如果您把经费动到这里，那您就是对不起偏乡还有花东居民。希望您在这里做承诺，不会动用到健保的其他部门经费，会不会？不会的。好的，谢谢。我不是不。偏乡的钱不会去被影响到。我们说刚刚说，就是刚刚委员提到，就是2块，一块是在我们的其他总额，是啊，另外一块是在我们的一般的总额，希望专款。希望我们部长还有署长，李部长，您说的对，不会动用到，也不会挪移到任何偏乡花东地区的经费资源，不会不会，因为花东地区的医疗实在是太过不足。而且还要需要您的协助。Okay. 另外第三个问题，
长照。好，那本席就用书面好吗？好，谢谢，好，谢谢委员，谢谢徐委员的体谅，因为我还有那个解冻案要处理。好，一句话就好了，一句话就好了，部长，一句话就好了。好，有关于长照的部分哦，是我们这个南北长泰这个花东两县哦，这个非常的距离非常的长，我们的照护员我们都是案件的，但是我们的交通的路程太长，所以在这里是不是对于我们原乡地区的照护员交通费的补助会有因地制宜，还有另外远端的辅具穿戴的辅具是不是可以补助协助，这个我就不知道，我可能回去问一下这个部分好不好？不，谢谢，谢谢。那其他的本席用书面，好，希望谢谢一个礼拜内给本席答复好吗？好，谢谢。好，谢谢徐委员的体谅哈，我们时间因为实在是还很紧哈。哎，简署长，这个我们接下来是陈廷辉委员哈，接下来是不在哈，那江启程委员不在，蒋乃馨委员不在。陈明文委员不在，简东明委员不在，陈欧波委员不在，黄昭顺委员不在，何新存委员不在，周成秀霞委员不在，林德虎委员不在，廖国栋委员不在，黄伟哲委员不在，吴炳瑞委员不在。我们现在第一轮的一个这个登记的都问完，我们可不可以休息五分钟，然后再进到第二轮，让大家休息一下，讨论一下，好不好？五分钟的门完啊。问好啊，您讲好啊，好。好啊嘛，讲好的，让开。我是惊我还没讲好。有答案哈，好，那让五分钟可以吗？哈，让我们讨论完之后，我们休息一下，嘿，来，我们请林淑文委员，好。好，主席，谢谢主席哦。我们今天来讲这个，是因为国城署一直发文给卫福部。你有没有要找人上来讲回答？司长跟部长。哦，好，来，请。他一而再，再而三，一直发文问他们，因为他在问说，国城署21公请给远雄，都是因为卫福部的公文告诉他们说，哎，确实有为了配合国卫院的癌症研究中心而有许可，远雄赵万之医院的需要。我丢你要调清楚哦，国城署就是因为您讲哦，这个赵万之医院是为了要配合这个癌症研究中心，来国卫院的院长。先来回答一下，国卫院的后龙癌症研究中心计划还存不存在？有没有获得金建会的许可？没有，没有，这个计划不存在了，也没有获得许可，对不对？所以赵万之医院是因为他本来获得你们50床癌症研究中心临床这个配合一个假计划。才有医院的许可的嘛，对不对？来，部长是不是？医院的许可是因为来自于国卫院，因为许可是跟这个国卫院有合作了，绑在一起的嘛，对不对？啊，结果国卫院院长已经说这个计划没有了，然后这个计划我们就暂时就认为这个医院的许可有问题，我就不质疑这个。可是还掠夺了21公顷的国有土地，这21公顷的国有土地，我们叫国产署一定要调整。国产署一直问你们说，啊，远雄中公的医院啊，盖医院那个主体，你先回答我，远雄在你们送申请赵万之医院那个主体，它的总土地面积是多大？医院那一个主体。跟委员报告，我们当时候核给他的就是土地有21笔的地号，那另外这个那个地号不是你们核给他，是国产署核给他。对对对，他就是。那我现在问你，你们核定的计划，那一个医院纯粹干那北医啦？北医的这个所有的楼地板面积是8万多的平方公里，平方米啦。8万多是包含总楼地板面积啦，对对，它是几层楼的总楼地板面积是8万一，它是地下1层，地上11层。
所以一共是十二层楼的总楼地板面积是81406平方公尺嘛？对。那平均一层楼是多少平方公尺？81400除以十二层楼，所以平均一层楼是6000多平方公尺嘛，对不对？但是因为伊的建物吼，唔是想要。我今麦在问你，你就我问的问题回答就好了。你这么急着，你干嘛这么急着帮远雄讲话？没有，这个是当时候核定的计划书啦，就是在102。我就在问你医院，我现在问你医院这个纯粹医院主体啦，你不要扯到别的。纯粹北一这个12个层楼，总楼地板面积81400平方公尺。那平均一层楼是多少平方公尺？可不可以帮忙？医师人员帮忙统计一下，81406除以12，那大概一层楼是多少平方公尺？跟委员报告了，因为他每一层哈，他有计划书了。比如说14楼的话是595。来，你告诉我他的一楼走楼地板面积是多大？和地下一楼？一楼的话是。2018平方公尺吗？对，它是它地下一楼呢？它有好几。好了，地下一楼呢？现在，好，第一期的地下一楼是16188啦。好，那我们就有最大的那一层楼16188平方公尺乘以0.303，那这样是几？他所需他的医院主体，这个就是最落实的这个土地面积嘛，16188，因为地下一楼不算嘛，地下他报你们准的地下一楼，他的土地面积是16188平方公尺，换一乘一下乘以0.303，那就变成平，它是几平？如果换公顷的话，就是。1.6公顷啊，好，1.6公顷，对，你们人家国产署就是在问你这个答案，你从来不曾回答过他。你们所核定的第一期医院的坐落的那一个主体土地面积最大，他们自己计划里面写的是1.6公顷左右。对，人家就请你回答这个问题，你们从来都不给他回答，因为回答了以后国产署就要调整了。但是我告诉你院长，这个司长部长在这里，我们在讲医院许可是诈骗的，然后因为诈骗而取得的医院许可也诈骗了21公顷的国有土地，然后取得国有土地以后的 BOO 案是违法的，你去看促参法哦，基于国家重大建设需求才可能永久设定地上物所有权， BOO 是永久拥有地上权，那如果他永久拥有地上权，那么那一块土地他也变相的永久拥有承租权，而且承租久了最后可以永取得这个架构权，所以那这是永久掠夺这笔国有土地的资格，他就会从这里开始设定起永久，这个都违法。在这种违法状况里面，大家包括我之前讲过，监委竟然找我、找蔡长海、找远雄到监委办公室去协调说，阿伯这个案子转让给中国医药大学去处理好不好？违法的是监委还可以乔事，我在这里讲第二遍了。监委找我，找我们办公室去跟远雄、跟蔡长海谈协议合议，所以这个监委的调查报告我还真担心呢。监委一路走来，大家都这么的护航远雄，我们真担心呢。现在高铁站苗栗高铁后龙站刚开通了，就在高铁站旁边5分钟车程，21公顷的国有土地，多肥的一块地啊，大家都抢着要哎。我们就在看政府对待财团要来争食，要把这块土地、这块肥肉要吞下去，这个吃相这么难看，我们就要看民进党政府要怎么解决这件事情。包括财委会徐国勇委员之前也认为这股土地
大有问题。徐国荣委员、陈其迈委员、黄国昌委员、吴坤玉委员，大家都从过去到现在都这么的清楚这个个案。我们不希望你们偷天换日，就直接说啊、蔡长海中国医药大学不能直接去投资，那他可以间接吗？这个姿势体大，我在这里只要当立委一天，我们对于掠夺国有土地，而且这样子胡搞乱搞，我们绝对监督到底。希望司长、部长，这个自始至终一个非法的案子、掠夺人民财产的案子，你们要慎重啊，包庇护航的事情啊，要避免啊。谢谢。好，谢谢林委员哈。我想林委员做了很重大的提醒哈。违法，如果是违法的话，这个案子真的要审慎评估哈，不要让现新政府一不易哈。好，因为今天的这个本日的会议询答全部结束哈。是不是允许我们休息五分钟？因为已经有长达两个小时的会议啊、哦。那接下来会处理这个临时提案，好、哦，是不是休息五分钟？谢谢，让大家休息上厕所一下。Thank you.
各位委员，还有我们卫福部的官员们哈，大家是不是开始？我们接下来会议开始好吗？我们接下来是要处理的是临时提案哈。现在目前委员提出的临时提案总共有六案哈。来，请大家是手上都有这个临时提案的资料。好，有了哈，没有的再跟我们议事组这边来要哈。那我们现在来宣读第一案好吗？第一案，有鉴于长期照护机构对于长照 2.0 三级照护体系多具疑虑，如目前机构整合能量不足、三级照护体系权责不明确等问题，恐造成新规划之体系排挤到照护机构原有资源，并使服务模式更僵化，原此建请卫生福利部于一个月内研议修正长照 2.0 三级照护体系之设计，送至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以确保长照 2.0 政策之可行性。提案人委员王玉敏、陈怡民、蒋万安宣读完毕。关这个提临时提案，来那个检署长，好，刚刚有跟蒋委员这边哈、有做了一个沟通哈、因为现在长照 2.0 就送行政院了哈、那今天也提院会，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着作文字修正哈、就是在倒数一二三四第四行，建请卫生福利部于两个月内哈、纳入民间团体意见。将长照 2.0 三级照护体系之设计送至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相关的文字是有修正的文字，可以让我们议事组这边来做记录。好，蒋委员、蒋万安、蒋委员还在讨论。蒋万安、蒋委员，不好意思，刚检署长说有征询你的意见，做了一些文字的修正。第一案，第一案，第一案，就是把那个。请卫生福利部于两个月内纳入民间团体意见，将长照 2.0 三级照护体系之设计送至立法院社福卫环委员会。可以，好，可以，好，谢谢，那我们就做这样修改。谢谢好，来进入第二案。第二案，医疗机构因医疗业务之需要，使护理人员从事昼夜更替及轮班工作之情势十分普遍，按劳动基准法第49条及职业安全卫生法第6条规定，雇主使女性劳工从事长时间轮班或夜间工作，应提供交通运输工具安排女生宿舍，或妥为采取必要之安全卫生措施，以保护女性劳工。原此卫福部应于一个月内通令全国公私立医疗机构回报是否落实取等法令之规定，并研议改善计划及纳入医院评鉴项目，向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以确保护理人员健康安全。提案人委员王玉敏、陈怡民、蒋万安宣读完毕。好，哎，司长要回应哈、
主席、各位委员，因为这个护理人员已经是适用劳动基准法，那么按照劳动基准法49条的条文呢，那么它是在提供这个交通运输工具安排女工宿舍的有一个前提的，就是于无大众运输工具可自运用时，好，那另外也考虑到这是法律的位阶，所以呢，我们就想要修改文字，就直接督导改善，就不用再考虑纳入评鉴了。所以酌修文字，我是不是念一下，然后也请各位委员确认。医疗机构因医疗业务之需要，使护理人员从事昼夜更替及轮班工作之情势十分普遍，按劳动基准法49条及职业安全卫生法6条规定，雇主使女性劳工从事长时间轮班或夜间工作，在这里插入。于无大众运输工具可资运用时，应提供交通运输工具安排女工宿舍，或妥为采取必要之安全卫生措施，以保护女性劳工。原此，卫福部应于1个月内通令全国公私立医疗机构回报是否落实取等法令之规定，然后以下做文字修订，并督导改善，向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以确保护理人员健康安全。好，蒋委员，这样修正可以吗？好，就直接督导了哈。好，谢谢，谢谢，因为您是法律上的一个这个法令的规定的哈，所以应该是要落实的哈。好，文字再给我们议事人员哈做记录。好，那接下来是第三案，我们就照刚刚的修正哈，通过进行第三案哈。第三案，互并比为评断医疗品质及护理人员劳动状况之标准之一。国际研究亦指出，互并比过高可能造成病患死亡率提高。104年起，我国虽将医病比纳入医院评鉴标准项目，但各级医院互并比仍然高居不下，造成护理人员职场环境恶劣，离职率高，导致护理经验无法累积，对于国人健康权益保障实有未洽。互并比除纳入医院评鉴标准外，亦应如美澳等国强制立法，原要求卫生福利部就互并比立法研究评估报告及立法时程，并于1个月内向本席及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报告。提案人委员蒋万安，联署人委员陈怡明、李燕秀。宣读完毕。请问，这个部分卫务部有没有意见？有，哦，可以吗？是，护病比，照护师还是医师的事，还是没问题，就照这个提案通过。好，是研议呀，好，那我们就照这个蒋万安委员通这个提议通过哈，文字没有做修改哈。好，那我们就进入到第四个提案。第四案，本席于105年6月7日立法院第9届第一会期第16次会议总质询中，获得部长承诺研议设立国家文媒传染病防治研究中心，并于105年7月12日收到国卫院回函，将优先协助台南、高雄、屏东三县市提升防疫效能，并长期规划在南部设立国家级专责研究机构，原要求卫福部1个月内针对在高雄设立国家级文媒传染病防治研究中心现况与未来之发展提出报告。提案人委员陈怡明、蒋万安，联署人委员王玉敏。宣读完毕。针对这个临时提案，不晓得卫福部有没有问题？所以刚早上也质询的非常多了，没问题嘛哈？哦，好，第四案 OK 哈，那我们就照第啊还在沟通啊，是，那这样子我们就先跳第五案来处理哦，好，先保留哈。好，我们先进入到第五案。第五案，鉴于医疗院所为协助卫生福利部推动公费疫苗接种政策，担负疫苗保管之责任，为本周美籍台风肆虐全台，停电户数超过300户，恐因冷藏设备异常致疫苗毁损，难此终属天灾因素所生，要南强令院所负不可抗力责任，原建请卫生福利部应宽任
天灾所致公费疫苗毁损之赔偿责任，说明请参阅书面资料。提案人委员李彦秀、蒋万安，联署人委员陈怡明、陈莹，宣读完毕。好，这个没问题，好，谢谢。那这个卫福部这边没有问题哦，我们就照提案委员的这个文字通过。好，那是不是接下来第六案？第六案有鉴于现行长照工作服务人员之劳动条件不佳，工作强度高、薪资低，导致整体长照服务人力发展缓慢，未来长照预算大幅增长，理应改善服务人员之劳动条件，增加从事长照工作之诱因，又未来长照之发展以社区化、在地化为主轴，居家服务之需求势必大幅增加，原建请卫福部研议居家服务员执行不同强度之工作应采不同工不同酬之计算方式，使执行较高强度之服务员获得较高之报酬，促进居家服务人力之劳动条件改善及其公平性，并将调整之幅度、所需之经费等相关资料于三个月内向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报告。提案人委员钟孔照，联署人委员杨耀、陈莹，宣读完毕。第六个临时提案，不晓得卫福部这边没有问题。好，那我们回来第四案。第四案，不晓得蒋委员文字还是请那个周署长上来说明，还是有文字的修正吗？好。我们刚刚讨论的之后是觉得说只写高雄的话，因为目前现在的话，因为国家级的文媒传染病防治中心已经在高雄跟台南都分别设置，那如果只写高雄的时候，这样看起来是好像有点奇怪啦，所以说刚才跟蒋委员讨论的之后是说我们写高雄、台南及台南，那这样子的话是我们比较完整一点。蒋委员，这样可以吗？哈，好，让行政部门做文字的修正，是第三行哈，最后到此第三行。好，原要求卫福部一个月内针对在高雄及台南设立国家级，哈，这个后面没有改变了哈。好，谢谢。那我们就文字做这样的修正，哈，谢谢。还有，好，哪一案？第五案是李彦秀委员提案哦，是那个停电户数超过300户，少一个万，300万户，哦、是对，好，谢谢，再注意一下，谢谢，好，谢谢，好，300万户哈、哦，好，谢谢，那我们的临时提案都处理完毕啊、哦，那我们今天这个有关的议程哈、哦，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处理的是这个105年哈中央总预算里面有关卫福部主管的预算公务预算的部分解冻案第一案哈，那这个部分大家可有拿到这个资料吧哈？我们手上有这个解冻案的部分，这第一案是针对这个我们针对是食药署的有一个解冻案一个冻结案啊，这个部分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异议，要。有没有可以？是不是可以解冻？行政部门要不要说明，或是我们委员有没有意见？第一个，好，第一页，好，这个资料的第一页，哎，没有意见，是不是要可以解冻？好，好，谢谢。那这个就是有关我们中华民国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有关卫福部主管的预算，好、哦，这公务预算解冻案一案，我们就是来做解冻，好、哦，我们也处理完毕，啊、哦，同意动支哈、哦，并报提报院会哈、哦。那接下来我们要处理的还是这份资料哈、哦，是有关中华民国105年的卫生福利部主管财团法人预算。算解冻案总共有11案，好，那我们来请大家一个看哈，因为总共有11案，那一到五哈，序号的1到5都是由其实应该是为国卫院的案子就有9案了哈，那1到5是同一个降下哈，好像是同一个向下啊，都预算冻结的1/10，不晓得对大家对这。一到五的案子哈，因为好多委员都有提出，过去就提出要冻结嘛哈。那对于目前这个解冻案，有没有什么意见要提出来？
好，我们就一并处理嘛，哈，五个案子都同一个项下，哎，对，是，还是，还是他们都提书面报告，是，还是吴委员有都巡查过了，就是说有没有大家对解冻有没有意见？或是要再进一步询答，或是了解的部分，可能待会我们发言就是限制，就是在两分钟内，好吗？好，没有有没有意见？来，那个吴委员哈，这两分钟。我想哈，就说计划到这里了嘛，哈，因为九月底了，那就说，因为我们不晓得他。还没有看到，我还没有看国务院明年送的计划书啦，那主要是那个预算书哈，所以就希望说明年如果再编的话，我想就会很难通过了哈。今年因为我想这个计划就做到像许厝，桥头分校许厝，桥头国小许厝分校这个情况嘛，那做得非常争论，好，所以在未来的研究计划上，我想国家卫生研究院应该建立他专业的。这个专业机构的这个名誉啦，哈，不适合在做这种很争论导致社会哈两极化的这种计划哈，不然这个我想明年这样的计划可能就很难通过。那今年到这个时候要解冻，我个人没有意见。好，谢谢。好，我们国卫院要做说明。谢谢我也。没问题哈。好，那一到五我们就就是委员们没有意见，我们要解冻哈，就是解冻。那接下来大家看到六跟七哈，也是同一个项下哈，细悬壶为例子哈，特征对民众健康影响啊，这个也是要动十分之一。好，不晓得有没有问题啊？来，那个曼丽委员啊，好，还是好了，曼丽委员先举手，不好意思，我先看到他，来，请。谢谢哈。我想就是说，对于那个国卫院的这个部分呢，基本上我是没有太大的意见，只是我是把国卫院的资料和那个环保署的资料做一个类比之后呢，我就会看到就是说，我们现在在做的计划里面有讲到是说，本土特性的 PM2.5 的标准值。那我们已经看到109年环保署已经是说它的 PM2.5 不会超过35微克哈。那年平均不会超过15微克哈，就是立方公尺嘛哈，所以呢，我是在想说这个部分是不是有一个就是卫生福利部的资料和那个环保署的资料是不是有扣合哈？另外就是说，从102年到106年，我们已经看到了，就是说环保署那边的空污基金也有在做这个悬浮微粒的这样子的一个研拟的调查计划哈。那这个部分也花了大概是如果说有几年是编的400万，然后有几年是有3年是编的1000万哈，所以其实也是很多的这个经费在这边。那我们怎么样去把这个卫生福利部，就是说我们国卫院这边的和环保署的这个是不是有一些的跨部会的整合，然后才不会是跌床架屋，或者说他们所做的材料哈，什么有没有一些的连结？我想等一下是不是也可以说明一下？那基本上我也对这个冻结案呢，我也是同意把它解掉了。以上，谢谢，谢谢，谢谢委员。好，那就吴委员来。好，因为像这种计划，国务院做了就是在发表论文了，没有办法有助于政府制定政策，那我就觉得很可惜。像这种计划，应该是要来协助政府制定政策的。好，那我这种类似的计划，台电像台中市也编了大概5000万在做，所以这个都重复哈，然后让学者，因为这种钱不应该来做学术研究、做发表论文用了，应该是在协助政府制定政策。那结果这种结果都无法作为政策的参考使用，那非常可惜。所以如果明年哈，我们今年在审计划发现类似的计划，那我会建议说真的是删掉。好，谢谢。谢谢，我请那个郭所长来报告。谢谢院长，谢谢两位委员哈。那个其实 BM2.5 现在最大的关键，我们跟环保署合作，那由环保署每年编列2000万，那国务院编列3000万来进行。
那刚才委员说的没有错，其实现在浓度已经开始下降了。那现在每年大概差不多28 microgram per M3 方的程度，事实上比35来的低，但是还是比15来的高。那现在问题是说要降到25吗？还是要降到20？那这个啊，健康效应现在还搞不清楚，所以对我们来说这个是有意义的。那这一点我们有在那个环保署啊，不久以前刚做一个启动报告，那他们也觉得说这是值得做。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北中南它的来源特性相当的不同。那像那个有一些是来自于焚烧，有一些来自于交通。所以如果我知道环保署是有编列相当多的预算想要去压抑使这个 PM2.5 下降，那但是呢要压哪一种来源，到底是来自于焚烧还是来自于这个他们这个方法还没完全建立起来。那我们这个计划其实是一个小经费，那用来建立方法来协助到时候每一个地方他都能够去侦测到底是哪一些事情是影响健康最大的来源，那这样才不会说到时候到底要先建立行人徒步区，还是要先关掉工厂，这些争议会减少到最少，那会使社会的那个平衡会好一点。好，那这是我认为这个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贡献。好，委还要再好。啊，郭所长，咱实在是同事吼，我实在是无啥爱讲。但是咱的国家既然设标准是15啊，咱的目标就是一定是减到15嘛。啊，无伊这就咱就甲减去监察院啦，讲伊无落实咱的法规嘛。啊，这是环保署变违法、啊，我们的法规已经定在15了。好、哦，年平均定15，日平均35嘛。那环保署既然四年编了300亿，就是目标就是要减到15嘛。这已经无选择啊，咱已经定伫遐，所以这个过程，咱个伫哩吼，伫哩咧做这物件，其实拢真正无多回答政策要使用的结果嘛。啊，本来就是讲咱模拟出来嘛是吼、哦、啊，做外来1/3嘛，那固定污染占多少，移动污染占多少，这个都很清楚了。啊，所以就目标变啦减个15，安尼尔嘛。好，所以在过程中，你做了即使看到其他的效应，那我们管制一定是以最敏感的效应来管制。你搁做其他的效应出来，你要管制最敏感的效应，其他的效应就可以避免嘛。啊，当然对讲发标配无问题，但对政策来使用已经无帮助。所以如果环保署这边有提这样的预算，我嘛是建议给它删掉嘛。好，如果环保署这边如果排这样的预算，我也建议删，因为地方政府已经排了很多钱。在做这样相关的研究了，所以我们在做这些，我买跨流啊，这国务院做的 paper 发表啊，但是这样对政策没有帮助。国家卫生研究，尤其环境卫生研究所，应该是 mission oriented， 就是政策导向的研究才对嘛。那做了成果，应该是来助于不管是卫福部或是环保署来做政策，但是我们的目标已经设在那里了。好，在2011年，我们的标准已经设在15了。那目标就是我们怎么做到15？好，你若讲，因为讲，哎，做到12啊，或者做这种研究，我就当然同意。但目前，咱无落降到15以前，你无可能做会当降到12的研究。因为美国已经设12啊，那连 WHO 建议是10嘛。那在这个时候，除非我们能够做降到10或12的标准这个研究出来，不然在这个过程中做这个已经没有意义了啦。对政策真的是没有帮助了，所以如果真的在今年省到这样的预算，我也建议会是删掉了。好，谢谢，不好意思。好，其实曼丽委员还有吴坤玉委员都没有说要这个冻结，然后还是有解冻了哈，只是说对于未来哈。整个这个计划的执行是不是能够再重新做一些思考？其实过去我也跟部长谈过，我们很期望国卫院未来是对作为政策哈的研究的一个方向哈，而不是只做学者的纯研究哈，应该是对为我们的政策应该要
制定相关的政策的一个很科学性的一个知识啊，所以我想这部分应该是朝这个方向来慢慢做一些转型哈，所以也提醒了哈，吴委员已经在提醒你们这未来的方向的转型，哎，好，好，好，没有要冻结啦，没有要把你冻结，所以是解冻的哈，好，谢谢，是啊，还有你们还有两岸，对不起，还有一个两岸，对不起，所以六跟七岸啊，我们就是解冻哈，那委员的意见就请国务院来带回去参考，那第八案、第九案是有关整合性食品健康风险评估机制的建立。这两案也说预算要冻结十分之一，是不是同意解冻？可以哈，好，委员们没有意见，那我们就国务院的九个案子就处理好了，都解冻哈，谢谢。好，谢。那另外接下来就是这个医院评鉴暨医疗品质测进会啊，这个部分有两案。好，对，是业务支出的一个预算冻结，一个是二十分之一，一个是十分之一。好，不晓得委员们来，孔昭。好，来，请。对，按下去。那今天刚好也是特别。叫我特别对于卫福部的针对医院的一个评鉴哈，他希望能够取消我们的病患的满意度的一个条，你们能不能够取消对于病患的一个满意度的这一个项目？好，跟委员报告，我们这个在今天已经这个将新的医院评鉴的基准已经签和部长同意的，那满意度的那一条已经是删除的。好，是。另外一个就是针对医疗的一个评鉴啊，包括医测会能够跟我们卫环委员会每半年做一个执行的一个报告，可不可行？半年内做出报告，半年做一次评鉴报告，是每半年。每半年做一次报告。因为你们评鉴完之后啊，你还是要希望静怡委员，他是希望在半年内啊，你们每半年就要跟我们做一个执行报告，你们包括医测会、啊、包括医测会所做的一些的评鉴报告，向我们卫环委员会做报告。啊，应该，我补充一下。这个静怡委员是针对我们资料的972页里面哈，第三项哈，医院在评鉴合格效期内，如果违反相关法令，不符合评鉴基准，不符合医疗机构的一个设立标准哈，发生重大违规事件哈，或接受你们卫福部的相关的这个访不定时的这个追踪访视结果为需加强改善哈，这个部分他希望这个。能够有半年内提出报告的一个要求，就是说你针对这些违规的或是不符合的，应该要及时在半年内能够提出它改善的情形呐、啊。哦，比较是这个。也就是说，对于医疗在评鉴合格期间内啊，违反相关的法令规范的，是是對對，那你希望能够依照医疗法的施行细则来对，啊，希望能够在半年内再向我们啊卫环委员会提出报告。好，没问题，那没问题。好，那静怡委员如果这两项都同意的话，书面报告，好，那这样就可以解冻。好，那其他的部分不晓得还有没有？好，委员没有意见的话，我们有关这个医测会这边的这个两个案子也一样哈，是解冻。好，那我们现在我们处理的这个中华民国105年卫生福利部主管的财团法人预算解冻案11案，以上11案处理完毕，均同意动支并提报院会哈。那我们委员有马文君、张立善、黄昭顺、蔡逸瑜跟徐贞蔚委员提出了书面的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书面答复啊，委员口头质询未及答复或请补充资料者，请于两周内答复。委员另要求期限者，从其锁定。本次会议到此结束，现在散会。